晚点那个晚点拖啊，就是这天气不太稳定啊。我就是清明节那两天下雨什么的，可能有点着凉。今天呢，就是一个大感冒啊，流鼻涕、咳嗽啊，哐哐咳。所以同学们还是啊，以 CC 为戒，好吧？就大家这个不要太早了，把衣服都脱了啊，小心感冒。来好了，同学们，准备开始上课了啊！到时间了，给大家发一个红包，同学们，我们准备开始上课了。今天期中复习啊，今天期中复习啊，同学们好好做题。这节课还是相对而言比较轻松的一节课啊。来，宝宝们，大家动动小手，点点红包。抢完红包的宝贝们，还是照例把支棱起来打在公屏上。我们准备开始上课了啊。好啦，同学们，因为这个有大部分同学的期中考试马上也要临近了啊，还有个别的宝贝们呢，啊，学校比较着急是吧？甚至已经有的同学，个别同学这个期中考已经结束了啊，已经结束的宝们，那咱们就是平常心，今天呢，好好的复习我们前面学到的一些题目和方法啊，然后没有学过的同学们呢，也借这个还没有考的同学们呢，借这个时间呢，也是好好的为自己接下来的期中考试呢，做一个准备啊。来，同学们，我们一起上课啊。就动起来，来，接下来，今天我们来看期中复习，家人们，这节课很简单，我们要完成的两个课程目标，来，各位看一下，两部分，第一个回忆过去，第二个展望未来。什么叫回忆过去呢？咱们今天肯定是要对于之前学到过的一些方法大招进行一个复习巩固的，同学们，唤醒你死去的记忆啊。然后咱们还是主要集中在论述类、散文、文言文、诗歌、写作这几个维度啊。有同学老师怎么没有语句运用啊？语句运用在咱们的这个主体班课里面，高一。咱们是不讲的，对吧？因为咱们重点的这部分内容呢，是以积累为主啊。我们在赠课里，但是同时呢，我也在这儿跟各位预告一下，高二我们会把语句语用加回到我们的主体班课里啊。因为也是考虑到很多同学在这一部分呢，还是有一些需求，而且我们也看到，确实高考现在在语句语用这儿的一些考察呢，也越来越灵活了啊，还是有一些题很值得给大家在班课上讲一讲一些方法和思路的。所以呢，我们的语句语用会在高二后面的课程里给大家放回到我们的这个主体班课里面啊，所以同学们可以期待一下。因为赠课呢，很多同学呢，这个就是听的比较少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CC 也能理解啊。那我们今天重点还是在课上先来复习论述类散文，还有文言文、诗歌、写作这几个维度。然后同时呢，同学们今天的展望未来，我给大家找了一些这个高三的最新模拟题啊。这些模拟题呢，同学们都是以高考比较难的一些在小说部分的压轴题为主啊，很有必要呢。我们作为 A 加班的学生，同学们非常有必要大家来了解一些高三模拟题的动向。同时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教育部四省联考的这套卷子，高三四省联考的这套卷子，它其中的一些题目。这个教育部四省联考的卷子呢，是由我们教育部官方来出题的，然后它是为了帮助这四个省份，就是新课标、老高考的这四个省份，更好的适应新课标的一些课程的标准要求啊。所以这套卷子因为是教育部官方命题，它对于今年高考、这两年高考的命题趋势的指导性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套卷子出来之后呢，老师们也都比较重视啊，就是大家都有认真的在这个题目当中去研究一些未来高考的一些动向。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新的教育部官方命题的这四省联考当中的一些题目，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做一做啊！就是咱们主打的，就是咱们要了解一下，就现在高三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还有呢，同学，咱们今天的彩蛋，期中考试的这个备考模拟卷啊，两套卷子，还是我们一般给大家发卷子呢，都是新高考、旧高考都会给大家涵盖到啊，然后帮助大家完成期中考试。就这个卷子，同学们，我多说一句啊，大家有时间。你肯定是完整的把这个卷子做一遍，你哪怕不写作文，是吧？2个小时把这卷子完成一下。但是有同学说，老师啊，我确实是我时间比较紧张，我今天就放一天，我还有好几科要听，我完成不了。你可以分模块去完成，你比如说我只做文言文，我做做断句，对吧？我这儿比较差，或者我做做诗歌都可以。或者同学们，我再退一步，好吧？CC 再退一步。如果呢，大家确实是时间比较紧张，你后面马上又要考试了，你可以把这里面的题目浏览一下。啊，明确一下自己的思路，你看着这个题，看看自己有没有思路，知不知道方法也 OK，同学们啊，所以这个卷子大家注意一下啊。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大家的备考都是很重要的。到时候给到大家这个口令，你们下课自己去找班班去领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基本的课程目标，还有我们的一个彩蛋，跟各位同学们说明一下。那么接下来，同学们，我们直接开始今天复习的内容啊。
今天 C 嗓子有点不舒服啊，这个有点哑啊。来，那要我们看第一部分，就是这个论述类文本或者说信息类文本阅读啊。关于这个论述类文本呢，同学们是我们高一上学期在秋季课程当中比较重点去讲的一个模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夺命九分题，对吧？夺命九分题。然后呢，除了这个夺命九分的论述类文本以外，我们在后面也给大家涉及到了像这个也叫信息类文本，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同学们啊，它的一些名称，大家不用在这纠结啊。论述类文本也好，信息类文本也好，包括我们后面还讲了信息类文本当中就是这种非连续性文本的形式 啊，但是这些不同的名字，它下面的这些选择题。做题的方法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都是统一的做题方式啊。那么我们再来回忆一下这个题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是我们不管你是哪套卷子，语文考试的第一个题，所以我们第一个题也先复习这个信息类文本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道题，同学们就是这个2022啊，然后这个陕西延安的高一期末题，同学们，首先呢，我们拿到这个信息类文本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呢？大家先要第一遍通读一下文章啊，所以我们带着大家呢再来复习一下，我们拿到这个文本之后如何速读文章。这个是我们秋季讲到过的文本的阅读方法。通过速读文章，我们要确定文章的中心论点、各段的内容以及论证思路。同学们回忆啊，回忆啊。然后我们说怎么样速读来着？标题、开头、定论题、勾画、首尾的议论句、举例和分类。我们重点看的是前后的总结，明确本文每段的中心观点，确定一篇文章的核心的，哎，这个论述逻辑啊，这是我们之前讲到过的文本的速读方法，同学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运用一下这个方法，来过一下这篇文章，看这篇文章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说什么啊。来，各位，我们一起快速来看啊，这个是一个非连续性文本的一个材料，多则材料，然后围绕的是直播带货。我们首先来看材料一，看一下材料一的标题，标题就是出处嘛，它叫《直播带货如何赋能平台经济》。然后文章的第一段第一句，5G 技术的加持使得各大平台跑步进入到直播带货的模式，一支话筒怎么样就可以完成室内直播，对吧？所以后面它就阐释了一下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模式现在是一个新的潮流了，已经是一个新的潮流了啊。然后第二段第一句，直播带货是指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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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一种新型服务方式，给直播带货的这个形式下了一个定义啊，告诉各位直播带货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然后后面说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什么，另一种是什么分类，一种是商家。直接开的直播间，另外一种是职业的带货主播，他们开的这个直播间，对吧？然后第三段，信息经济学认为，在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的存在信息不对称，这是我们在消费上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那最后一句，直播带货就是依赖与粉丝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吸引关注，刺激粉丝产生购买欲望，最终达成消费，实现流量的变现目的。那么这则材料，同学们重点讲了什么？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就是在说，第一个，直播带货，哎，它的一些基本的特点，就是现在它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了，已经，对吧？它的一些基本的特点，同时呢，直播带货它是如何更好的实现这个变现的，就是如何为平台去创收的，对吧？所以这个材料一啊，重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了直播带货如何变现，如何创收。然后，同学们接着往后，材料二，直播带货创新消费模方式，这是材料二的出处标题啊。然后我们来看它的一个主要内容，它就说这个2019年的报告显示什么呢？显示什么？哎，这个增长，那个增长是吧？除此之外，明星也加入到了直播带货的阵营，纷纷上线当起了喊麦主播。确实啊，就大家稍微关注一下这个短视频平台的话，同学们如果平时也刷的话。你就应该能发现，现在很多明星他这个带货的时间比他平时出这个演艺通告的时间都要长，啊，不是有一句话开玩笑说这个宇宙尽头就是直播带货，很多明星啊，包括什么这个大陆的、港台的，哎，大家都纷纷下场带货啊。他这个材料里其实讲的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啊。然后直播带货的火爆，除了明星效应、好奇心跟冲动消费的心理驱动同样重要，是吧？下一段啊，网络直播购物是一种组合型的营销方式，还是在介绍这种形式啊？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网红直播带货已经从城市向乡村蔓延啊。然后呢，网红卖出3万多吨农货。目前，网红带货正在形成新产业链，带动就业、创业，推动内需市场，催生出新的消费模式。就是我进一步在材料二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网络直播购物它的一个发展情况，对吧？然后它在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一些意义，哎，带动了就业，推动了需求，哎，怎么样？材料三，来，同学们先看出处。材料三的出处叫“直播带货不能带货”，就是家人们，大家一看这个标题，同学们你就应该明确这个材料三会说什么。材料一和材料二都在讲直播带货的各种好，直播带货在平台的创收方面是怎么做到的，对吧？直播带货在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领域方面是如何带来积极影响的。那么材料三，大家就一看这个标题，家人们，你说这个东西他还是在写直播带货哪好吗？很显然不是，他肯定是要再说一些直播带货他要注意的一些点，他的一些反面的一些问题了。你回到文章中去看啊。直播带货是一种新型的创新方式，但也应该看到什么叫但也应该看到，但也应该看到，同学们，对吧？转折，but however 后面是重点吧，但也应该看到什么？咱们现在在直播带货这儿存在夸大其词呀，哎，搞数据造假呀，这是不是就是问题呀？现阶段在直播带货上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是吧？当然，他下一段又说到说，当然，任何一个行业的成熟都会不断暴露问题，就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应该做到什么呢？平台既要怎么样，也要怎么样，一方面要怎么样，另一方面也要怎么样，对吧？这是什么具体的措施？提出一些小小建议，对不对？所以同学们啊，你看三则材料，我们。主要内容还是比较好去找到，大家关注一下标题和出处啊。材料一重点就是介绍了直播带货的这个形式，然后跟大家讲了一下直播带货是如何赋能平台经济的，就如何创收的，如何把它的东西卖出去的，说白了就是，对吧？然后材料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直播带货在于消费方式方面的一个创新的意义。材料三讲的是直播带货它现存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这儿更好的去提升它。对吧？改变它啊。那么大家把握了文章的主要内容之后，家人们注意啊，我们做题。文章通读完一遍，我们做题来。大家首先来看第一个选择题。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这个题是一个什么题呢？这个题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信息的比对题，夺命九分题，对吧？信息的比对题怎么做来着？家人们，来先回忆方法，大家别着急啊，先回忆方法。我们说这个题，首先大家要优先比对来回忆陷阱词和严格关系。什么叫陷阱词和严格关系来着？陷阱词和严格关系，它们往往错误概率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一旦选项当中有这些词语，它的错误概率是比较高的。哪些属于我们讲的陷阱词和严格关系来着？回忆，表示全部的一些。表示明确的程度最高级，表示指代的一些，哎，表示时态的一些内容，表示否定的一些词语，还有同学们表示严格关系的因果关系、目的关系、绝对化的条件关系，只要就只有才，想起来了吗？这是我们秋季第八讲讲的，有点时间了，同学们啊，那么。如果你是说老师，我这个刚来，我这前面没有学过这部分内容，我非常陌生。那么这部分同学们，你可以下课主动去找一下班班啊，班班会给大家提供这个帮助啊，就是我们上学期已经讲到过的比较重要的在信息类文本这儿的一个做题的方法了啊。所以大家要优先比对这部分内容啊。那么同学们比对完这部分内容以后，同样说它只是错误概率高，对吧？不一定人家就是错的。那么你还要核对什么？如果陷阱词没有问题。大家要核对对象和关系，什么叫对象和关系？家人们，谁怎么样？这里面基本的一个事实情况你要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信息类文本这儿的一个比对的方法啊。那么接下来呢，同学们，来，我们回到这道题上，咱们既然说了大家要先看陷阱词，这个题从咱们秋季讲了到现在也有点时间了，同学们现在对于这个题呢掌握程度应该是比高一刚上学的时候要好很多。所以咱们现在呢，这样大家看一下 A、B、C、D 四个选项，咱们先猜一波，咱们赌一波，就大家感受一下 A、B、C、D 四个选项哪个选项大概率就是错误的选项，
或者 A、B、C、D 哪个你觉得它最问题最大啊？最应该知道题的一个答案，咱们不看原文，咱们纯猜，纯猜测啊。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赌一赌，来，我给大家发一个投票啊，发一个投票，同学们，你们大家还是不要跟风啊，或者说要警惕跟风的这种情况啊，你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大家都选 D 啊。那一会儿如果不是 D，咱们就属于今天就是全军覆没，家人们，有没有持不同意见的？想玩一个特立独行的？咱们不看文章是吧？今天做题嘛，咱不看文章啊，就大家猜猜。咱们看看啊，看最后这个，一会儿咱们做一做啊，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大家投票的情况是吧？85%左右的同学选了4D，然后呢，就大概啊，A 选项选的最少是吧 ？B 跟 C 呢，基本上在9%左右，9%上下吧。现在4D 选项的这个概率下来了啊，这 CC 一恐吓呢，大家就有变化是吧？好啦，差不多了啊，家人们来投票，快投啊，猜一猜，别纠结了。你们这个就猜答案也这么纠结，好，来同学们，我关闭了啊，就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猜测情况是不是准，同学们啊，来各位80%左右，同学们都选了这个4D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做，看同学们到底这个感觉，你们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啊？看咱们班今天谁的预测比较准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做，你们自己做。我们首先来看 A 选项啊，我给大家定位也已经定完了，同学们直接来判断就好了啊。这个我不说，你们自己做，给大家这个40秒的时间，同学们来，CC，CC 都不吭声啊，你们就当自己在做练习，你们先做，做完咱们再讲。你那边显示为什么不是100%？有同学没投呗，有的同学没认真听课啊，挂机了，有同学没投啊。所以你这儿就不是100%。差3%，差3%，咱们通缉他们吧。上课不好好听课。自己做啊，自己做，同学们。还有10秒钟啊，50秒了。老师，你这看不到多少人没到吗？我能看到多少人没到，但是比如说有些同学他就是挂着，他也没有听，我就没有办法知道吧，对吧？就是你现在你也在教室，你就是没听，所以我给你发卡，你也没有参与，那我怎么知道呢？是不是？CC 也不能冲到你们家里面去看。好啦，来，同学们收卡了啊，三。2、1，好，来各位，对的啊，我们一起来看，同学们来，第一个，消费者对知名度不高的产品怀有戒备之心，面对知名度不高的产品，消费者怀有戒备之心，这是文章的一个基本信息的概述，没有问题啊，正确的。而直播带货的营销方式让消费者所见即所得，直播带货是不是让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呢？在第一段，直播带货所见即所得，没有问题啊。同学们，来，关键在这儿，就有一个东西叫做更能刺激其消费。有的宝贝说，老师这个更能，这不是一个比较吗？对吧？这个 CC 之前讲，仙姐自己说过，这比较不能随便说，这个更能对不对呢？大家回到文章中看一下最后一段，讲到说这个刺激消费这一部分啊，就同学们看这一段他在说什么？他说的是，大家注意啊，我们在正常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往往是有戒备之心的。就这个，大家都消费过，咱们都消费过，大家都有感觉。因为你不了解它的底价，你不了解这个东西的真实的一个质量生产情况，你肯定是有戒备之心的，这是正常的消费情况，对吧？然后后面他就说了，说但是这个直播带货呢，它为什么能卖出东西来呢？是因为它依赖的是主播跟粉丝的信任感。建立的信任感，
然后怎么样呢？吸引关注，然后刺激了粉丝产生了购买的欲望，实现了变现的目的。言下之意就是说，直播带货的这种营销方式，它是更能刺激，哎，这个消费者的消费的。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更能刺激消费，它的这个比较在文章当中它是存在的，它就相当于是相较于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的话，直播带货它是有这个优势的，同学们。啊，所以这里面 A 选项它应该是正确的，同学们啊。来，下一个 B 选项，刚刚猜 B 的同学们可以验证一下了啊。来，大家先做，做完我们再说。10秒钟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了，来，2018年主播人数、直播效益都呈增长态势。都成，两个都得满足。回到文章中看，2018年主播人数增长，直播带货卖的这个钱，这个收益也在增长。所以第一句话正确。如今网络直播从城市发展到乡村，网红直播从城市向乡村蔓延，正确。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昨天那个班上有一个同学说，老师，原文是网红直播带货，选项里是网络直播，所以他认为这个地方有问题，有问题吗？大家自己说这个地方有问题吗？来，宝贝啊，就大家能关注到这种对象上的细微差异，这是很好的。首先我要说，但其次大家来看啊，这个网红直播带货是不是就是网络直播购物当中的一种？你看，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就是在这其中，哎，网红这个直播带货已经走向乡村了。那么我说，咱们网络直播购物已经蔓延到乡村，有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这是其中的一个，哎，更加引人注意的一个现象，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对的，同学们啊，哎，然后还有就是后面这一句，他说可见直播带货的前景可观，这一句文章当中也没有，但是为什么大家咱们80%多同学都选的是对的？为什么这一句没有它也是对的？这是一个推测，对不对？就大家依据什么来推测呢？你看二材料二里面说了，咱们这个人数也在涨，哎，带货的收益也在涨，哎，然后已经到了农村，然后呢又形成新产业，又带动就业，又推动内需，怎么怎么，这就是前景可观，同学们，这就叫前景可观啊！我那老师向乡村蔓延和发展到乡村有区别没有区别呀？什么叫向乡村蔓延？我从城市向乡村扩展，我从城市发展到乡村，我从城市逐步发展到乡村，这不就是你从城市向乡村蔓延吗？现在大家在网络上买东西，不仅仅是说只有城市的人在这样购物，以前是因为它的这种互联网啊，包括大家对于这种通信设备的一个要求，它可能更多的出现在城市，对吧？现在就是逐渐在下沉啊，它已经向乡村蔓延，这就是一个意思。啊，就同学们，你肯定是要允许在信息的文本这儿有个别的表述，它跟文章不完全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表述大家要考虑，它在文章当中他们所表达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意义的指向是否一致，对吧？所以这个 B 选项它在这儿是正确的，同学们啊，这里面有几个细节，虽然它跟文章不一样，但是它是正确的啊。来下一个，下一个来啊，C 选项，同学们来看。
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啦，来，同学们，正确的啊，非常好，家人们，来，当下这个对产业消费均有积极影响，是不是对产业有积极影响呢？形成新的产业链，对吧？对消费呢，能够推动内需，催生新的消费模式，所以他说直播带货对这两方面有积极影响，正确。但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直播带货。啊，什么叫理性看待？存在问题嘛？我们刚刚不是在看文章的时候就看到存在一些是吧？问题，这就理性啊。我们要看到不好的一面，然后承认并积极存在，并积极应对其存在的问题。后面人家不是也讲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嘛？所以这个 C 选项啊，人家这个话说的非常好，基本上没有这个错误空间啊。所以 C 选项是对的啊。所以呢，也恭喜一下各位啊，刚刚呢大家的这个揣测还是非常准确的。前三个选项确实都是对的啊，没有，刚刚 CC 也是恐吓大家，给你们玩点心理战啊，看这个能不能再忽悠一两个同学去猜别的选项啊。这个四 D 选项呢，确确实实是错的，家人们，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眼这个四选项，为什么我说就或者说大家的感觉那么强烈呢？啊，是因为这个四 D 选项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叫做什么呢？只要平台做好这些，那么直播带货行业。必定会更加繁荣，家人们，什么叫只要怎么样，必定会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绝对化的条件关系的表述。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些举措，前面的这些举措，只要发生了，只要这些东西都做到了，那么后面这个东西，哎，它就是一定100%必须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结果，对吧？那么我们回到原文中去看啊，就是。这个选项当中说的这些呢，它都属于什么加强自律啊，哎，什么诚信管理啊，什么规范市场啊，它都属于措施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你不能说只要有了这些就够了，咱们直播带货，哎，直播的这个行业就会非常的好。它里面还提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而且很显然，这不属于整治直播带货的这个市场的唯一的或者说全部的措施。所以这个四 D 选项啊，它是错在了这个只要和必定会的这个绝对化的表述上来，同学们啊，所以这个四 D 选项它确实是错的啊。那么同学们就是这个题啊，就正如大家刚刚所料，恭喜我们刚刚所有押宝押在这个四 D 选项的是对的啊。就当然了，同学们自己在考试的时候，你肯定是要慎重很多的，就大家还是要回到原文自己去做这个题。就我为什么敢让大家去猜这个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了这些陷阱词之后，同学们还是对于这个句子文字的表述的这种严格程度有了一个更加敏锐的把握啊。所以同学们呢，在经过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个训练，哎，这种文字的这种感觉会更好啊。这也是我们想带给大家，就是你这个题做得多了，你自然是熟能生巧的啊。好，来，同学们，这个题非常好啊，这题选四 D，来，我们把这个学分给大家发一发，大家看看这道题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同学们现在问来。要题选四 D 啊，或者说刚刚押宝押在 A、B、C 上的，还有没有不死心的？还有没有想垂死挣扎一下呢？想跟我们抬抬杠的也可以啊。来，这道题选四 D 啊，这个 A、B、C 都是正确的。四 D 选项这个只要，那么必然会是错的啊。我看大家有没有抬杠的。你们班有，好啦，来，同学们啊，这个不说了，这道题比较简单啊。好，同学们，来，我们继续讲啊，这是选择题，接下来呢，给大家上点难度啊，看你们这么得意是吧？上来这押宝就押在四 D 上，这么得意，来，咱们做个主观题。主观题呢，咱们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办法猜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需要大家分析组织语言的一个题目，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题是一个什么题，应该怎么做啊？昨天我给人家斐然班上上课的时候，人家一问这题是什么题，人家嘎嘎都能想得起来啊。你们看看这个，不能给 CC 掉链子啊！这题是一个什么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同学们，请综合三则材料，概括分析直播带货火爆的原因。这个题在问题的问法问问题里面在问什么呢？问的是直播带货火爆的原因，它是属于我们在信息类文本卷的一个主观题的考察形式，对吧？刚刚那个是我们做的选择题，夺命九分嘛，是吧？
这个题它是属于一个主观，它是什么呢？什么题呢？嗯，在文章中概括是吧？确实是，它是一个概括分析题。概括分析题之前讲的怎么做啊？同学们，怎么概括啊？其实所有的概括题都是如此。概括题怎么做啊？复习啊，复习，同学们，春领行讲的啊，叫先审题，对吧？审题定位，哎，概括出答案，非常好，归纳概括题啊。审题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问题里面问的是原因，还是关系，还是什么某部分的具体内容，还是它的方法和作用啊？然后我们回到材料里面去定位，是材料一、材料二，还是整篇文章，对吧？然后最后一步，大家分点作答，概括成不同的角度啊，就是我们春领行第十一讲的。然后呢，这个及时复习，同学们啊，还是一句话，及时复习。来，我们直接来看这道题，同学们啊，他问的是什么呢？直播带货火爆的原因，就是直播带货为什么这么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这 CC 现在也是属于直播带货，怎么说呢？嗯，非常上头啊，经常在直播间里面买一些其实自己没有那么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促使着我这个步入了直播买东西的这个泥潭啊。首先呢，同学们，咱们审完题之后呢，咱们要定位，你要回到材料当中去定位，同学们啊，来，这个在定位的过程当中呢，你像这个材料三。材料三里面有我们的答案吗，同学们？我们要找的是直播带货为什么火爆，也就是说，你应该去找直播带货的特点，直播带货现在发展的好，你要找到这种内容。而材料三，我们刚刚在通读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了，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问题，讲的是措施，对吧？所以同学们啊，材料三，你第一遍通读之后，你就应该知道。它大概率是没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段里面的那个答案的，因为它都是在讲它反面的一些东西，对吧？所以我们来看，那么从材料一和材料二里面，咱们找找答案啊。来，咱们研究研究啊。第一个，同学们，首先材料一里面说了第一句话，叫做 5G 技术的加持，使得各大平台进入到直播带货的模式。要不是互联网，要不是直播这种技术手段的引入。咱们也不会存在这种直播带货的这么一种形式，对吧？所以首先，同学们，第一个就大家就要意识到的是，直播带货为什么能够火爆，为什么能够从城市蔓延到乡村，离不开我们技术手段的一个普及，技术手段的一个加持，对吧？所以技术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然后呢，大家接着往后看啊，说这个直播带货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对吧？哎，分为两类，一个是什么商家开直播间，另外一个是职业主播开直播间。然后大家来看，他还说这个信息经济学认为呢，往往是存在不对称的，所以消费者是怀有戒备之心的，对吧？就是正常情况下，咱们应该是有戒备之心的啊。但是同学们，为什么直播带货能够让我们掏钱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他消费呢？就大家来看，直播带货是什么呢？是依赖与粉丝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对不对？就是这也是直播带货能够火爆的原因。就正常情况下，咱们是存在信息的这种不对称，所以你是会有戒备之心的。但是直播带货，哎，这是所见即所得，对，因为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所见即所得，然后包括后面讲的，它能够让你建立起来信任感，能够吸引你的关注，能够刺激咱们的这种购买欲望，所以最终可以达成一个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交易的行为啊。所以同学们，这直播带货它还牛在哪儿？它比普通的这个带货的形式还牛在哪儿呢？就是它可以利用。粉丝和主播之间，他是存在这样的消费的信任感的。就是我有的时候买东西，我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个属性去买的，很多时候我是因为是他推荐的，是这个主播推荐的，然后这个主播我平时可能看他的视频什么比较多，我就出于对他的这种信任，所以我在他这儿花钱了，对吧？所以他这儿提到的东西就是信任感啊。然后继续，大家来看材料二里面还提到说。哎，对吧？我们现在发展很好，这个东西都在增长。除此之外，许多明星也加入了直播带货的阵营，当起了海外主播。直播带货的火爆，除了明星效应，什么叫除了明星效应？就是说，直播带货的火爆是离不开明星效应的，明星效应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对吧？所以这里面他就已经提到了，哎，明星效应，明星的加入。翻车的也很多，是吧？明星带货翻车的也很多啊。那么除了明星效应，还有什么呢？好奇心、
冲动消费的驱动同样重要。确实，就是，反正我呀，CC 呀，特别喜欢什么时候买东西呢？深夜睡不着的时候，一两点钟睡不着的时候，刷到一些这个直播间，或者是刷到一些产品的广告的时候，特别容易冲动消费。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好奇心，就我就想看这东西，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到底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好？就存在这样的一些这个不理智消费的一些心理啊。所以同学们，这里是材料二又提到了几个点啊。那后面材料二又说什么？网络直播是一种组合型的营销方式，是吧？哎，什么活灵活现？哎，什么你看什么限时促销、好奇心、冲动消费、明星效应、信任背书。尤为注意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向乡村蔓延，目前网红带货已经形成了新的产业链，带动了就业。这些地方它没有更靠近于火爆原因，为什么能够盛行原因那些表述，他还是在介绍这个网络直播购物它现在发展的一个情况，以及它对于其他产业的这个影响意义啊。那么我们找到的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看能不能给它做一个归纳。就是刚刚这个题，同学们，它是一个五分的一个题，就是五分的题，大家现在做这么长时间的语文题，一般要答几个点？一般要答几个点，同学们？啊，五分一般，咱们说的可能是在这个三个点吧，是吧？啊，所以呢，就咱们尽量把刚刚那几个点，咱们看能不能进行一定的整理和合并啊。首先第一个，五分五个点吧，那你理解成五个点也行。就我们说一下这个题啊，大家来看能不能有些地方我们进行一定的归纳。如果不能归纳，那你五个点可能也得五个点啊。首先第一个，技术手段，这肯定是一个点，对吧？就是没有这种技术手段，你怎么所见即所得？它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技术手段，才能够把这种消费带货的形式引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技术手段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跟主播的信任感，对吧？这个信任感它跟技术手段它不属于一个东西，所以它肯定是要单独拿出来去说的信任感。那么接着往后，同学们，明星效应，明星效应呢，它也跟前面这个不太一样，对吧？然后好奇心、冲动消费心理，就这个东西啊，同学们，它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消费心理的一部分，就你其实可以把它归在跟刚刚那个信任感，因为我们对于主播的信任，因为我们的这个消费时候的好奇心，以及我们的冲动消费的这种心理，所以促使我们驱动着我们去购物去消费，对吧？所以如果去归纳的话，那只能是这个地方归为消费者心理，迎合了消费者心理这个点啊。所以大家来看答案，答案的五分里是三个点给五分，它是给到了科技。给到了消费者心理，消费者心理这儿，他具体又展开谈了好奇心、冲动消费，然后信任感这几个不同的一些在文章当中的表述，然后最后一个是明星消费、明星效应啊。但是呢，同学们，你说老师我，觉得这个我没有概括出这个消费者心理，我就把第二个点我分开来答了，这个题会扣你分吗？不会的，同学们啊。如果你说老师我没有归纳进去，我把第二个点在这儿，好奇心和冲动消费心理，我都分开来答。我就是第一个点是科技，第二个点是好奇心，第三个点是什么信任感，第四个点是冲消费，第五个点是明星效应。哎，这不正好一个点一分，也没有任何问题，同学们啊，就是在这个题上面你分开来答和归纳进去答都是 OK 的啊，它不影响大家对答问卷，你不会因为你在这儿跟答案相比你没有归纳就扣大家的分数，同学们啊，这两个都是 OK 的，好吧？因为就这种现在这个信息类文本这儿。这个五分的题，同学们大部分的时候是给三分，给三个点，三个点全部答上，给五分这样的一个这个负分的情况啊。但是你说你没有归纳进去，分开来答也 OK。好，这是这个题，同学们比较简单，不说了，来，我们继续来做题，下一个题。来再来看一个信息类文本，同学们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做选择题，做一个选择题，做一个主观题啊。大家先来看问题，就这个题呢放在这儿呢，是也想跟同学们提一个醒，就大家注意这个选项，有的时候是找不正确，有的时候是找正确，就是不正确的时候是大部分的时候，但也有一些选项呢，它问的是正确的一项啊，也就是说 A、B、C 这四个选项里 只有一个是对的，仨都是错的，所以这个题呢，我也不让大家猜了啊，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不正确的选项的这个敏锐程度其实是要更高一点。我们直接来做，同学们直接来做啊。这个题呢，我也不带着大家读文章了，它是讲什么呢？讲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就是是我们中国在这个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情形之下所提倡的这么的一个发展目标啊，碳达峰、碳中和有关于这么的一个话题吧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做题，同学们，来，同学们
个选项来看一下，这个 A 选项大家自己来判断啊，还是你先做，做完我们再讲。认真一点，同学们啊，认真一点啊。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家人们，我跟你讲啊，这题做错了，一会儿讲完之后，你那后槽牙你就都得给我咬烂啊！真的，你得气死，因为这题呢，按理说非常的明显。来，我们一起来看啊，前面说了，格力电器清华大学研发的这个零碳源的空调技术，咱们去定位啊，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研发的零碳源的这个技术怎么样了呢？已服务于全球的6000多个项目，对吧？你看啊，零碳源已服务于全球6000多个项目，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好，都非常对，没有任何问题。为全球碳减排达1000亿吨，什么叫为全球这个东西达100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完成时已经完成了。回到文章当中，各位把你们的小眼睛给我睁开，有潜力。在2050年前实现碳减排达1000亿吨，什么叫有潜力？我说各位啊，你们都有潜力上清华，是说你们现在已经上了清华吗？我能说大家已经上了清华吗？那很显然不行，对吧？所以这里面啊，相当于你把一个将来时，文章当中是将来时，选项当中变成了完成时，这是一个时态上的问题。我们之前在讲敏感词的时候，在讲陷阱词的时候，也给大家里面涉及到了时态的这个点啊，就时态本身在这个题目当中就是需要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同学们啊，所以这里面哎就是有潜力，什么叫有潜力，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同学们啊，它这地方是错的，注意一下时态的这个问题啊，要细心，同学们来接着往后下一个，我们按照这个文章的行进顺序来给大家做选项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看4D选项啊。认真一点，同学们，认真一点，来。有同学牌子色都已经变了啊！我看谁的牌子还没有变色，我倒要看看，多少在咱们班这个氛围里面没变色的牌子，有点低人一等的感觉了啊！来，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了，来的晚了的没变牌子的不算啊。这个我说的是从一开始就在的啊。来，各位，错的，宝贝们啊，宝贝们，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就是为了。什么叫就是为了？就是为了指的是说我的目的只有这一个，就只为了这个东西。我说呀，各位同学们今天来上课就是为了来看 CC， 咱们主打就是一个陪伴，哎，什么学不学东西是吧，提不提分儿，那么接着都不重要，我都这都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就一个，就是为了陪 CC 高兴我就高兴，什么叫就是为了，对吧？你不能掺杂任何其他的私心杂念，
回到文章中看看，是这么就是为了吗？你这说法，这说法多严格呀，对吧？回到文章当中，你就会发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这个骆铁军表示，是吧？你看骆铁军表示说啊，哎，粗钢的控产能和减产量，控产能和减产量目标都指向形成更高水平到供需平衡，这是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目标的指向，而且说的是这个目标达成的过程当中，既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对吧？这是其中顺便实现的一个目标，也有利于实现什么呢？实现转型。所以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间接目标罢了。如果我在这儿，同学们，咱们改成有利于，对不对？我说啊，或者说有助于吧。我说这个对粗钢行业的这个控产能和减产量啊，有助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那它就对了。同学们，你不能说就是为了，你这只是其中顺带实现的一个目标，你现在把它变成唯一目标了啊！所以这里面四 D 选项错误啊，四 D 选项错误。同学们，来继续。C 啊，同学们来认真一点，同学们啊。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可惜你没有。这题我预测一下啊，这个题正确率不会超过55%。你们能不能打打我的脸，同学们？我猜这个题的正确率不会超过55%。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行吧，行吧，56%。你们是懂打脸的，家人们啊，甘拜下风，甘拜下风，行吗？你差不太多，56%也不值得骄傲，好吧？甚至有些同学还在评论区这个给你们透答案啊。来，各位，这题我简单说一下啊，就其实这题呢非常简单，就首先大家来看啊，这里面呢没有敏感词，它就是说话什么都特别的正常，对吧？没有咱们刚刚说的什么特别绝对化的一些表述，但是大家为什么错了呢？就错在这儿，就是改变用能方式，是吧？前面这些说做好这个粗钢产量达峰，做好粗钢产量达峰，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之一，这没有问题。改变用能方式在哪儿？我们剩下的那个40%多的同学选错的，认为这个选项对的那些同学，能不能告诉我改变用能方式在哪儿？他这说的是做好这个等四项工作。这四项工作在文章当中已经给大家列出来，哪有改变用能方式？好，这个时候大家要说了，说老师，就是我看了这个什么推动这个低碳冶金等变革性技术研发，它这个就是一个改变用能方式，对吧？因为啊，这个传统的用能方式啊，它是这个烧煤的啊，然后这个改变这个用能方式就是要怎么的，宝贝，你多少有点越界了，就这不属于你研究的范围，就同学们要注意啊。这个信息类文本，包括后面什么电炉短流程工艺，信息类文本，它是一个什么呢？学术论文、行业报告、专家的一个什么评议，你说理解就理解了。读了一个材料，你现在什么碳达峰啊、碳中和啊，这么专业的名词概念，你就敢随便的去理解和替换了，对吧？哎，你能理解什么叫粗钢产量达峰？什么叫冶金等变革性技术的研发？什么叫有序发展电炉短工艺流程？什么这个什么叫这个提高钢材的应用？宝贝，
这不属于我们在信息的文本上大家要主要纠结的一个点。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说老师，刚刚我们在上一道题里面不是有一个点说啊，文章当中它也没出现，然后你说这个也是对的嘛？但大家想想，那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基于文章文字信息它的一个推测，而且这个推测它没有专业的名词概念的这种推测。你现在在推测什么？你现在推测的是改变用能方式和文章当中所说的什么电路短流程工艺差不多。这不是一个东西，同学们啊，所以在这儿，这个对象它就是错的。文章当中人家就没有说有这个方式，没有改变用的方式，所以没有就是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家去核对里面基本的对象和关系，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就属于典型的没有。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信息类文本这儿专业的名词概念，大家少掺杂这个个人的理解，都专家写出来那些东西，你说理解就理解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同学们思想上就是错的，就很简单啊，大家注意一下。好吧，这个题啊，来最后一个2B 选项，大家自己做吧。当信息类阅读的专业名词是初中化学、物理等就能解释的东西，我可以这么推断吗？首先，宝贝，出这个题咱们是语文考试，所以它只要推断。它这个题正常情况下，它绝对不会说让你推断一个概念，你能理解我吧？因为你学过，肯定有人没有学过。它作为一个高考，它是在语文上考察大家。我可以考察你，在语文性上的某两个词语或者某两个句子，它的意思是否一致，但我不能考你这两个概念是否一致。那你对文科生，我就没学过怎么办？所以这是你说的这个情况，就这个卷子正常情况，它应该是不会出现的。你不用掺杂这些知识，你就从文本当中来。好了，同学们啊，这个二 B 选项正确的啊，我们前三个都是错的嘛，这二 B 你还不对，你这题有没有答案？二 B 选项是正确的啊，来，好了啊，送学分了就当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二 B 选项，同学们，第一个，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绝对化表述，但是呢，文章当中说了，我们中国就是最大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确。需要面对经济改善民生等任务，需要面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任务，对吧？但能化压力为动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既定目标而努力。但我们国家化压力为动力，是吧？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实现既定目标。B 选项完全正确，没有任何问题啊！这道题正确的一项应该选择二 B。来，这个题有没有问题？同学们有问题，大家现在问。A 选项错在以服务，C 选项错在改变用能方式，D 选项错在就是为了。死了吧，是吧？非常好啊，同学们。好了，来，同学们继续做题，下一个题，主观题，三种材料都涉及碳达峰、碳中和，但产出的侧重点不同，请你要分析这题是什么题，怎么做？记不记得啦，宝贝们，我的大宝贝们，阐述的侧重点不同，然后三则材料要给大家放在这儿比一比。对吧？要攀比一下的啦，它属于我们之前讲到过的一个材料比较题。哎呀，我们欣欣就是这个记得非常好啊。哎，材料比较题，我们今天是怎么讲的？大家注意听啊，材料比较。首先你要答出来三则材料它的侧重是什么？材料一侧重讲什么？材料二侧重讲什么？材料三侧重讲什么？对吧？首先第一个点，你要找到不同材料的主要观点，找到侧重。但是同学们，我们在那节课给大家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同学们回忆啊，就是一般而言，材料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侧重点？如果题目当中需要大家分析侧重点不同的原因的话，什么会构成侧重点不同的原因？我们当时讲的叫做分析出处、分析立场、分析身份。我给大家回忆一下啊，同学们跟着我的思路走啊，什么叫分析立场呢？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在课上举了一个例子？那个例子是说，中国的一个量子通信的这个发展成就，然后呢，有一则材料是人民日报的文章，就讲了咱们这个东西发展的意义；还有一则材料讲的是日本的参考消息读卖新闻，然后日本去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它更多的就是去报道这个事情对于，日本在这方面产业发展的一个威胁或者说一个影响。
是吧？这就属于立场的不同，因为一个是咱们中方的媒体，一个是外国的媒体，对吧？什么叫做身份的不同？同学们，我们当时在课上也举了一个例子，当时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这个有一个什么农业金融的一个发展，有一个人是一个学术专家，学术专家的那一则材料，他更多的是一些理论的表达。然后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农商银行的一个行长，那么这个人更多的就是在举一个具体的一个农商银行投资的一个案例，对吧？就是因为一个是一个这个专家，一个是一个农商银行的行长，这就属于身份的不同。同学们回忆啊，这是我们之前讲到过的，在材料比较题上跟大家强调的，你为什么会出现侧重的不同，大家要关注出处，关注他的立场，然后关注他不同的一个身份啊。那么这道题呢，同学们没有问大家原因，所以呢大家重点是把三则材料侧重点答出来，但你最好是结合它的这个出处，结合它的出处去答啊。而且呢同学们，你关注到出处之后，它的侧重点非常好答。我们首先来看材料一，材料一它的侧重点是什么呢？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出处，出处是什么？科技创新助力碳中和。所以大家说材料一它重点要讲什么，它都是围绕碳中和，三则材料都围绕碳中和去讲，但是材料一它要讲科技。你看啊，你回到原文中稍微看一下，你就会发现核心技术上要实现什么，空调技术怎么怎么怎么样，它就是在讲，你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水平的提高和进步。所以材料一它的侧重点在于科技如何助力碳中和的实现，哎，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非常好。然后我们来看材料二，我们直接来看出处。同学们，材料的出处是什么？要求更高，碳达峰、碳中和，倒逼钢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围绕着碳达峰、碳中和，但我强调的是什么？这则材料你稍微回头看一眼，讲我们钢铁工业协会，讲什么各个钢铁的企业，对吧？然后包括材料再往前也是，你看这个什么钢铁工业协会，所以它重点讲的是什么？刚刚讲的是钢铁的这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刚刚是创新，对吧？科技如何创新？那么材料二讲的是钢铁行业在这个影响下如何高质量的去转型、去变化。材料三，看出处，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中国贡献，也是围绕碳中和来讲的。这则材料你看，应对气候变化既是我国的，也是负责任的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我们国家这则材料强调的是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当中，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承担的气候治理的相应的一个责任，对吧？强调的是在全球气候的这个治理过程当中。所以三则材料同学们啊，所以三则材料它的侧重点，大家只要能关注到它的出处，这个题就非常的好答了。大家来看答案，你看阐述侧重点不同，你结合出处去答。材料一出自这篇文章，侧重论述的就是科技创新碳达峰；材料二出自这篇文章，侧重的就是以钢铁行业为例；材料三出自这儿，对吧？侧重的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工作以及成效。三个点全部答中，五分到手，同学们，这就是材料比较题。大家拿到材料比较题的时候，要关注出处，或者关注它的不同的立场，像这篇文章不存在立场，它就是不同的出处，文章的出处不同，所以带来的它论述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好，同学们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复习的关于信息的文本。那我们讲了两选择题，讲了一个概括分析，讲了一个材料比较，都是我们之前讲到过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来各位，下一部分了啊，我们来看下一部分散文。啊，就我们今天呢，小说呢，同学们，我们等一会儿说啊，大家别着急，我们先来说说散文啊。散文呢，我们在前段时间刚讲了散文的手法、修辞手法、表现手法，讲了挺多的啊。然后这篇文章呢，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不读了，咱们节省点时间，多做两个题啊。是李汉荣写的这个《烛台》，围绕着烛台去写的，说这个烛台是古老的守夜者。整篇文章呢，就是从烛台来写起，哎，写这个。想象了母亲曾经在烛台这儿，哎，度过的很多个夜晚，
然后后面又进一步给它升华到什么呢？升华到就是你看，我能想象古中国的夜晚密布着多少烛台，闪烁着多少的烛光，对吧？就讲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有多少的文化故事是诞生于此的。然后同学们，我们来做一个题啊，赏析文章中画横线的句子啊，这个题大家就赏手法。然后我告诉大家，手法这儿这个题修辞和表现手法都考虑啊，人家没有问你是修辞手法还是表现手法，所以你都考虑进去，做一个多选。划线句用到以下哪些手法？来，各位多选啊，多选就会有难度。我们看看大家的完成情况啊，来选吧。十、九，选三个，我告诉你们，好吧？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同学们，我们先说大家没有争议的，大家都能认可。第一个排比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女儿们在烛光里绣花，母亲们在烛光里纺织，儿子们在烛光里喂牛，父亲们在烛光里劈柴。排比不用说啊，这大家基本上都选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说四 D 选项，虚写或者叫想象啊。虚写跟想象它是一个表现手法，对吧？就你可以叫它想象，你也可以叫它虚写啊。那么这一段它整体上都是一个想象。都是作者想象的啥？他不是真的看见这个女儿们怎么样，母亲们怎么样，对吧？所以想象这肯定是有的。然后就是拟人，拟人在哪？最后一句，真挚而忧伤的烛台，守望了中国几千年的一个夜晚。真挚、忧伤、守望，这都属于人才能具备的特性和特点，所以拟人也是有的啊。那么最后呢，同学们说一下比喻。这比喻呢，昨天在斐然的班上讲的时候呢，啊，还稍微有点争议，所以我昨天回去呢，我又认真想了一下这个题。同学们，首先啊。就是咱们也有部分同学选了这个比喻，大家选了这个比喻，应该是大概是在这一句吧？我理解就是什么这个最动人的景句也是由竹泪凝成的。我猜啊，就是大家选比喻的可能认为这个最动人的景句也是由竹泪凝成的，这句里面有比喻。然后昨天那个班上是有学生说老师，我认为这个竹泪在这儿是这个比喻是吧？来，宝贝啊，首先第一个，什么是竹泪？就是。竹泪呢，它可以是指那个蜡烛，它滴下来的那个蜡嘛，就是竹泪，它就是指那个东西，就是第一个点，所以它在这儿没有比喻。第二个点就是，你说老师，我觉得这个竹泪它是指那个蜡烛留下的那个眼泪。大家往这个文章前面再稍微看一下啊，它这个上来就说了，蜡烛是泪做成的，浑身都是泪腺，它必须把泪流尽才能走完自己的一生。啊，对吧？蜡炬成灰泪始干嘛，就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都默认这个竹泪是蜡烛它具备的一个特点也好，或者说它身上会带的一个特性也好吧。所以这个比喻，你依据前面的前文，它已经强调了，就是这个竹泪怎么怎么样，竹泪怎么怎么样。所以在这句中，这个竹泪它就，你说它是什么比喻？它是一个借喻，它把蜡烛的
把蜡烛滴下来的蜡来，不是把这个蜡把这个东西比作眼泪，用把蜡烛滴下来的蜡，然后用眼泪在这儿来进行一个比喻。那所以在这儿，它这个比喻是不存在的啊。就第一方面，就是蜡烛它本身滴下来那个蜡，我们就是叫它烛泪。就大家去查这个概念的话，这已经是一个大家公认通俗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文章的前面，它已经给大家在解释，已经说明了，就蜡烛就是由这个泪来做的。也就是说，那烛泪是这个在这篇文章它所写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性。所以这道题里面，这个比喻，我觉得在这儿还是优先级要低很多。它在这儿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明确的一个比喻啊，而且答案里也没有给到这个答案。我觉得他这个出题老师跟 CC 还是能够达成一致的。然后就是这个对比不说了，这没有啊，这个对比没有什么关系，同学们注意一下啊。荣耀老师把警句比成烛泪，你看他说那动人的警句是由烛泪凝成的，宝贝，他不是说那个警句是由烛泪变成的，或者说警句在这儿。它就是跟烛泪很像，有什么像？它们俩没有相似点啊，所以这句话里面它就是一个想象，它也没有比喻啊，它没有，它也不是说把这些文字，不是说文字像这个烛泪啊。那老师没有对比啊，这个人干事不一样。来，宝贝，你看啊，女儿在烛光里绣花，母亲在烛光里纺织，儿子们，你如果认为它是对比，你要把这些人放在这儿对比，你要干嘛呀？你要突出什么呀？你要突出就是他们做的各有各的事儿，突出他们的这个场景不一样。而且我们说，通常我们认为对比，它是不是相反相对的性质的两个事物放在这儿，我们做对比的，是吧？这里面也不存在相反相对的性质做这个对比吧？所以这里面没有对比，同学们啊，没有对比。好，来，同学们，手法这儿我再说一下啊，我们这是春季第二讲讲的，我当然讲了这个比喻、比拟、排比。正问反问啊，然后这个反复啊什么，然后还有对比衬托、联想想象、叙事结合，这是我们之前讲到春季第二讲没有听的去听啊，然后还讲了这个主观题，主观题怎么答来着？法医校情，对吧？先分析手法，点出手法，然后分析手法，点明效果，最后表达作者的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同学们啊，就这个题，它这个作为主观题的话，答案也是给在排比、想象跟拟人项上。我也不一一去带着大家去分析了。就同学们，说实话，你们如果自己考试当中遇到这种手法的赏析和分析的话，大家还是要优先去答整个句子里面最为典型的这些内容的，对吧？整个句子里面是首先就是排比嘛，整个句式上的排比，增强了感染力，复原了，哎，就是这个在这个烛台下，哎，古中国的这些守望的这些场景，是吧？然后就是想象，整体内容都是想象。大家看一下。这种手法的这个我们的给的答案，它都甚至都是基于这整个文段，基于整个文段给出来的，而不是说我聚焦在其中的某一个词，或者说某一个字上，我来分析，哎，它在这儿好像是用了一个比喻，那所以大家肯定是优先还是要来看待手法这儿，在整体上运用最为突出和典型的啊。然后同学们，这个赏析题，我们到后面高二，我们还要给大家讲，就是。加上了赏析其中的文字，就是语言的这种完整的一个赏析题，应该怎么去答？手法其实只是赏析其中的一个角度，同学们可以说啊。所以，如果加上文字语言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优先去答的是，在这个文段当中，它涉及到的最宏观的，哎，整体上使用的这个手法，应该是大家优先去答的，同学们。啊，来，各位，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叫做《烛台：古老的守夜者》。我问一下大家，这是一个什么题材类型的散文？我们没有讲过这个东西啊，但大家看一下这个标题，围绕着烛台来写的，然后呢，把这个文章也升华了，对吧？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题材类型的散文，同学们？什么类型的散文？是以人跟事件为主的，还是以某一个景或者某一个物体为主的，还是以生活杂感或者也叫哲理散文？哲理类散文就讲一个人生的，这种或者说就是纯讲理，我不借助景物，我也不借助身边的事儿，我就是围绕着一个，比如说一个什么自然现象，围绕着一个什么生活现象去讲的，这就叫哲理散文，同学们，非常好啊！题目其实已经把答案告诉各位了，它是属于一个状物散文，同学们围绕着这个物来展开。有同学说老师，那他不是讲了一个道理吗，宝贝？
就是散文讲道理，这是基本操作。我说了，哲理类散文指的是说，他这篇文章他就是以一个现象来入手，就在讲道理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同学们，哲理类散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一篇文章叫《匆匆》，朱自清的，《匆匆》就是哲理类散文。我们写人叙事类散文，也拿朱自清先生的来说，《背影》。背影是写人的，对吧？然后写景装物的《荷塘月色》，状物的《白杨礼赞》，这叫写景装物类散文啊。就为什么在这儿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概念呢？大家要注意，散文它实际上是可以分为不同的题材类型的。这三个题材类型是散文的我们主要的一个分类啊。然后这也是我们高二要给大家讲的一个散文的一个学习的内容，就我们高二学散文要从这三个题材类型来入手，分别来学啊。那么这篇文章它是属于一个典型的状物类的一个散文啊。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稍微预告一下我们高二的一个课程的内容。上周我们讲到作文，也提到了很多同学也下去去找班班咨询了一些我们高二课程的一些想提前看看课程的大纲啊，看看课程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预告一些内容，而且下周五我们也要开始进行高二课程的一个预约了啊。那么呢，这是散文这里啊。接下来呢，同学们，我们把小说说完，我们休息一会儿。同学们，小说这儿比较轻松，为什么呢？不用大家做题，大家要看题。什么叫看题？就是 CC 呢找了一些高三的模拟题。最近呢，高三的一模不是都早就结束了嘛？二三月份结束了之后呢，我呢就把这些模拟题拿出来呢，自己看了看，有一些题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想在这儿给咱们 A 加班的同学做一个分享，就是大家你们的水平一定是要了解最新的一些这个高三考勤的动态的，你要能够把握高考的一些难的题，一些它的走向啊，就是替大家刷题嘛。CC 做了约等于你做了啊。那么在这儿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模拟的这个题目，同学们也看看你们有没有在现在的考试里面考到过类似的题目，如果有考到的话，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扣一啊。就这些题全部是属于小说的压轴题，同学们，高考小说的压轴题，或者说高三小说的压轴题会考什么呢？比如说大家来看第九题，这个是广东省的这个高考研究院考这个出的一道题啊。小说写司马光中老年时再一次砸缸，使用了严当手法，砸缸的结果迟迟不得出现，请分析小说中这个严当手法应有什么好处。什么叫严当手法？同学 What's me?严当手法很显然不属于常规的手法。我们讲手法讲什么呀？对比啊，设置悬念呀，是吧？讲这个什么象征啊，哎，是吧？还讲过什么比喻啊？没有讲过严当，同学们，什么叫做严当？严当没有学过，这就属于在情节的手法分析上给到了大家一个新的概念。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这个严当手法不仅仅是我没有讲过。正常的语文老师在课程大纲中都不会讲这个手法，因为这个手法完全不属于考纲范围内要求大家掌握的。但你说它是不是一种手法呢？你非要宽泛的说所有文章的写作技巧都可以叫手，它当然算得上一手，但绝对是属于不属于大家必学的必知道的一个知识点，但是考是考了啊。然后呢，大家再来看类似的，就是山东省的这个联考题里面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个考题，就是说误会法是一种叙事技巧，指的是什么？请概括本文是如何使用误会法的，并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什么叫误会法？这里面这个误会法跟严当就感觉差不多，它也属于一个不常规的，甚至我可以讲同学们是阅卷老师、出题老师基于这篇文章给大家自己创造的一个手法概念，但是他考你了，这都属于在情节手法这儿分析，而且分析的是不常规的手法，这道题生造的一个概念啊。那么相对常规一点的手法呢，就像题八联考这个明暗线交织，这还属于比较常规的，就是线索嘛。小说的线索，这个大家应该听过啊。线索又可以分为明线跟暗线，就你首先要知道哪条线是明线，哪条线是暗线，你才能够答这道题，然后再来分析明暗线交织有什么题。就大家来看啊，就这几个题，它在整体上考的都是情节手法的内容，但是有的考的是常规的线索。
也有的考的是相对不常规，比较这个新的然后比较这个难一点的额外的一些自创的一些手法。那么这一类题目，同学们，它是属于比较难的我们要在高二的上学期给大家去讲一讲，就是小说的情节的手法题，不管是常规的明暗线交织、明暗线，还是说什么言道误会法这种基于文章来给到大家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手法概念，我们都要在高二的上学期作为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去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我们说在情节手法分析题上，这个在模拟题这儿出现的一些压轴题的这个问法啊。我们再来看，同学们，除了在情节的手法这儿会出压轴题以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压轴题呢？大家看这个第九题，就我们先读题，同学们来看这个题，你有没有思路啊？本文依照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改编，《兰亭记》的结尾记载，唐太宗临终下令将王羲之的《兰亭》真迹陪葬，本文删去这一结尾，这样的改写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效果？谈谈你的理解，这道题怎么答？来，各位，首先，如果我们去分析这个题的话，它应该是属于一个结尾的作用，这个大家应该能认可吧？就是相当于啥呢？本文不是以这个东西结尾的，然后你分析它的效果嘛？那肯定是本文的这个结尾，人家有自己的好处，是吧？所以它表层上来看，它是一个结尾的一个作用题，就是你首先我们在这个题型上去分类一下嘛，它是结尾作用题。但是同学们，这题不仅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他问的是说本文没有了，没有了什么呢？没有了本来历史上本来《兰亭记》的这样的一个结尾有什么样的文学效果？所以它是属于历史小说改编的文学效果的一个分析，不仅仅是在分析结尾的作用，还是涉及到历史小说进行了改编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效果。这篇文章它就是一个历史小说。什么叫历史小说？基于一个我们耳熟能详，或者说一个比较经典的历史故事，给大家进行改编，适当虚构的这种小说文章叫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从去年高考到现在，出现了很多今年高考大概率也会有一套卷子会出历史小说就直接就是 CC 就一个大胆预测历史小说这两年考的非常多，同学们。所以关于这个历史小说，我们高二上学期要专门分类去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究竟把一个历史故事进行了一定改编之后，通常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效果，这叫历史小说。除了历史小说以外，各位，除了历史小说以外，还有一个文本，来，大家再来看，也是在高三模拟题上出现的，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呢，不是说在这个高三这儿才第一次出现就是大家看过考勤的话，就应该知道，2017年、2018年是2017还是2018年，全国三卷就已经考过刘慈欣的《微纪元》了然后从那一年开始之后呢，就是基本上科幻小说在模拟题当中，就是一直都是有它的一个一席之地的。然后每次出基本上都是以大刘的这个文章为主然后广东的这个广州的一模出的也是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然后呢，你看这道题，同学们他说有人评价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有恢宏的科学意境，有乐观的科学态度和空灵的想象力，请结合本文对上述特点加以分析。这题是一个什么题，家人们？这个题我告诉大家，它是属于一个文本特征题。什么叫文本特征题？文本特征题是高考名副其实的压轴题。这个题很多同学六分一分都拿不上，你即便写的再多，一分都拿不上类似的文本特征题在高考当中还考过什么呢？请从故事和新编的角度解析本文的基本特征，还有类似的模拟题中考过，请从史料与演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文学的角度解析本文的基本特征，请从科学性与文学性的角度解析本文的基本特征，请结合科幻小说体现的逻辑自洽、科学元素、人文思考体现来分析，对吧？请结合小说，分析如何体现科学、幻想和小说3要素的，这都属于文本特征题，同学们这个题我们也是要在高二上学期要给大家讲一讲比较难的一个文本特征题，而且还有就是这篇小说属于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我们高二也要单独来讲一讲，因为它在高考当中确实是这个还是很有可能会考察到大家的，然后它本身文本的这个特点也是比较鲜明的。那么这些呢，同学们都是属于一些高三的最新模拟题，但说实话，同学们，
他新，他也没有那么新，为什么呢？他都属于其实已经在现在的高考当中曾经都出现过的一些压轴题目的一些表现了。那么我想就是这些题告诉大家两件事儿，同学们，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高一阶段给大家讲了很多基础题型，这个是必然的，就咱们总得有一个打地基的一个过程。我不可能说高一上来就给大家讲这个文本特征题啊，这是不符合大家的这个学习进阶的规律的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基础题型，那么在接下来，同学们大家一定要重视，就不是说到这儿为止就够了，远远不够，因为你会发现语文这2年的考试的题目真的是越来越花俏。而且我们老师自己来看你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觉得有些题出的确实是在理解上、识别上是很难的。那么这种小说的压轴题，对于咱们 A 加班的同学而言，是你必学的，你一定要掌握的。如果咱们今天是 A 班，我就可能不对大家有这么高的要求，对吧？你能把常规的题目的分拿上就行了。但是同学们，你想要在语文上拿到120分以上，想要建立真正的优势，什么叫真正的优势？让别人无法超越这个题，什么叫优势？你拿6分，别人拿0分，什么题上能拉开差距？就是这种压轴题才能拉开差距啊。而这些题型是我们高二要给大家重点去讲的，比如说情节的手法，我们刚刚说的明暗线啊，什么延宕手法啊，对吧？叙事特征，哎，涉及到叙述人称、叙述顺序，还有什么叙述的视角、全知视角、限知视角，就这些知识点。甚至很多学生，如果他不学的话，他听都没听说过，这都是我们高二要讲的。而他在高考当中是作为压轴题出现的，要拉开大家跟其他人的层次的啊。而且同学们，尤其是包括像以前的江苏卷、浙江卷，包括现在是上海卷，一些地方卷，人家在语文题上出的相对而言要更灵活一点的省份，在这种题上的发挥要更大。那么全国卷现在也是有这样的趋势，逐渐往这方面去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一点啊。还有文本特征题，那我们刚刚说的什么科学呀、逻辑自洽呀、科学元素啊，什么抒情诗的历史小说啊，分析这些特点，这都属于我们高二要讲到的同学。而这一部分是我希望咱们同学一定要重视，而且对于 A 加班同学是要必学的一个点。啊，然后呢，就是也涉及到咱们高二的一些课程的预告啊，就跟大家说明一下。有的老师，我感觉我现在成绩好像不配学这部分，宝贝，你没有办法回避，因为高考要考，这个题是属于高考要考的，你没有办法回避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跟大家来预告高二的课程内容呢，是因为我们下周五要开始我们高二课程的一个预约了，同学们，所以我们再来这儿就休息几分钟啊，我们来通知一下这个高二关于预约的一些通知，然后我们做一摞表扬，好久也没有做这个成绩进步的表扬了。就是我们的预约呢，同学们是下周五10点钟开始啊，同学们可以定一个闹钟，约定好了去找我们的班班进行一个预约啊。然后预约之后呢，然后关于我们课程的一些详情啊，啊，包括我们后面大家报名的一些这个当日的一些奖品和奖励啊，大家都可以提前去抢占啊。然后这个我们课上给大家介绍过后，更多的一些关于我们课程的一些详情，关于我们课程的一些细节，预约的一些细节啊，大家都可以下去之后去骚扰你们班班啊。那所以今天在这儿稍微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高二会学什么，同学们，就大家首先要注意一个点，就是高二我们不会再讲文化史了，同学们注意听啊，高二我们不会再讲文化史了，就是李白、杜甫，那东西咱不会再讲了，咱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这个我们只在高一去讲。高二，各位同学们，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学习伙伴。这个伙伴对于大家的语文学习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叫做什么呢？叫做题材。什么叫做题材？同学们，我一句话告诉你，题材指的是说语文所有的题目都需要大家结合文本分析，如何结合文本，如何读懂文章，这就是题材来给大家解决的啊。就语文所有的题目，你脱离了文本，大家都知道你是没有办法去做的，甚至同样的一个大招，不同的文本它的表现就不一样，所以文本是语文学习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们的题材学习就是帮助大家短时间内提升你的文本理解能力的一个捷径。我们要讲哪些题材呢？什么叫题材呢？大家来看啊，比如说小说这儿，探寻人性类的小说、人间温情类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战争类小说，我们要讲这样的一些文章，它通常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主题通常有什么样的主题，然后类似的写景状物的散文、写人叙事的散文。诗歌这儿也是一样，我们要讲羁旅行义诗、边塞战争诗、永暑怀古诗，我们不再讲作者，不再讲诗人了，我们要站在这个诗的内容方面给大家去讲一讲它的规律啊。一类文本都是有规律的，你像我们在
文言文这儿也是一样，我们要讲那种特别孝敬的主人公，特别清廉的主人公，那种为百姓做事的特别仁义的主人公，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还有叙事类文言文、论述类文言文的，这都是不同的一些文言文这儿涉及到的一些题材。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在题材这儿把文本打通，这是我们高二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在这个题材学习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课程内容，就是我们的主题写作。在这儿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主题写作。我们高二的主题写作，同学们，十大热门主题涵盖了市面上超过 90% 的题目的主题考察的方向。有一些题目是我们其中某一个主题的单独考察，还有一些题目是我们某几个题目的综合的融合。所以你把这十大主题学完之后，我们考试也好，高考也好，90%以上的题目你是驾轻就熟的啊，甚至90%是我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同学们，我们高二上学期要讲家国情怀、人文情怀、责任担当、成长教育和科学精神。除此之外，有同学说，老师，我高一跟的比较晚，我的那个技巧我还没有学好，还讲不讲技巧？稍安勿躁，讲技巧。我们高二还有四大升格技巧，这个技巧都是比较难的一些，比如说审题立意的技巧，比如说行文结构的高阶篇，还有语言文采，还有应用文写作，专门一讲来讲。同学们啊，这都是我们高二在作文课程上相较于高一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高一呢，咱们还是以基础的写作技巧来入门的啊，那么高二咱们是十大主题写作，帮助大家快速行文，以及四大专项的写作训练。高三呢，更多的就是就题行文，然后综合演练，然后还有就是押题的一个预测了。同学们啊，所以高二这的主题写作，我们每一讲都会讲到这个主题下相应的观点、相应的素材。没有素材的宝贝们，没有分类素材的宝贝们，主题写作就是你最好的选择。我在课上2个小时时间会给你讲在这个主题下适合的古今中外的各种素材，以及对应的写作文段，还有匹配的范文都给大家准备好。有同学老师，那我是不是听这个课我要做很多笔记，我会不会很辛苦啊？完全不会。大家来看啊，这个东西是我们主题写作专门给大家配的一个思维导图。这张思维导图是 CC 在2020年啊，就是在你们在之前的那一届讲这个主题写作的时候，当时课上给学生做的一个内容。这张思维导图核心的作文话题是创新，对吧？然后我们会给学生拿这个思维导图里，哎，明确观点，为什么要创新？我们应该怎么做？创新是什么？对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对应的观点会给你，每个观点下对应的素材，按照素材记忆公式会给到大家。这是我们每节作文课，同学们以后啊，每节高二的作文课都能拿到的一个思维导图。你时间特别紧张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靠这个思维导图节省自己做笔记的时间，以及你甚至可以先看思维导图，你后面再看我们相应的一个回放，里面包含观点、素材、文段、范文，还有一个同学们是 CC 独家的一个思辨利益点，就是我会在每个主题下给大家想一个它的思辨点。这个思辨点指的是什么？能够突出你思维深度的啊，能够体现你的思辨的理性的思考的，让大家的作文都上到53分以上啊，每个作文题都是如此。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高二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写作，这儿大家不容错过的。不管你现在的作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分段，我们的主题写作学完之后都可以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和进步啊。我们的主题写作致力的就是手把手教你在每个主题有话说，能够在拿到作文题的时候迅速确定观点，能够想到很多分论点，能够有很多素材，能够直接复用文段，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而且能写出更有深度的文章，有我们的独家的思辨力点。而且每节课的作文题就相当于高考的押题，上课就是在预演高考。同学们，这是我们高二即将开始的主题写作，大家可以真的是深深期待一下，不能叫浅浅期待啊，深深期待一下。同学们，那么这是我们在作文这儿 CC 给大家就是这个详细说了一下啊，关于我们高二课程的更多详情，大家下去之后可以再去问班班，你说老师，关于这个作文的作文以外的一些内容，我还想再了解了解的，大家都可以去找班班那边去了解啊。我们高二上学期一共是21个题型、19个主题、123分，题型会讲很多的难题和压轴题。题材这里啊，我们就是以帮着大家来搞定文本为主。下周五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么呢，大家在这个高二课程即将开始的过程当中，同学们也不要忘了当下，就是当下呢，大家还是要好好听课，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下当下大家看课以及成绩进步的一个表扬。同学们啊，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进行上周看课同学们这个完成我们看课的这些这个名单的表扬啊，大家来找一找自己的名字啊。上周我们讲的是议论文段，
核心语段啊，然后我们娟娟班上完成上周看课的这些这个同学们，大家自己找名字吧，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啊。没有看课的同学们抓紧时间看课啊，上周这个内容还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我们高一的核心语段的最后一个技巧的讲解了啊。然后表扬我们红城班上完成上周我们这个核心语段看课的这些同学们啊，大家就没有看课的，抓紧时间补回放分的，后面每一讲大家都要坚持啊。好，表扬我们瑞瑞班上完成第七讲核心语段看课的这些同学们啊，然后后面我们春季还有几讲课程内容，大家还是要坚持把我们的课程好好看下去啊。然后表扬我们上红班上完成第七讲核心语段看课的这些同学们啊，还有我们在圆圆班上完成看课的啊，然后最后呢还有我们这个雅婷班上完成第七讲看课的同学们。还是那句话，就大家这种好的学习行为，在 CC 这里都是非常值得表扬的，同学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最近有一些同学啊，成绩也进步啦，对吧？然后有一些喜讯啊，我们也一起来分享分享。而且呢，今天这个分享呢，还侧重在就是有一些同学他是有自己的学习方法的，我们给大家呢看看他们是怎么学的。同学们可以这个偷偷艺。首先第一个我要表扬的是，这个学生其实是 CCA 班的，他不在咱们今天这个班，他在我昨天那个班上啊。是 A 班的管正同学，他这个笔记做得非常漂亮，而且他的这个管正的这个笔记呢，已经被很多同学预定了。说实话，CC 看到这个笔记呢，可以说是，自惭形秽吧，是吧？很显然比我的课堂笔记做得要清楚啊，这个非常认真啊。就是这种好的学习习惯，在我这里一定是要受到表扬同学们。当然，我知道咱们班还有很多人都在认真做笔记啊，就我们只是以管正同学为例，宝贝，就是这种好的学习习惯，大家要坚持，而且你要相信的是。好的学习习惯，坚持下去必然会带来好的学习效果。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啊，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同学们啊。然后呢，这个是昨天班上的啊，就是人家那个 A 班的管的字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各位，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个啊，就是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哎，就是微微同学，大家还记得啊？我们先给大家分享咱们班那个微微，她不是从90分提到140分。然后当时讲完微微这个例子之后，激励了很多同学，很多同学下课之后偷偷去找。去找班班，感觉有被鼓励到。那么今天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同学啊，我们陈旭同学。陈旭同学呢，他是从语文本身他不是学科啊，从最初的这个90分左右，现在已经能够提升到120多分，进步了也30多分，也是非常厉害的，而且是全区第二的一个语文的一个分数啊，在排名上也是非常有优势的。那么我们也及时联系到了陈旭，还有他的这个家长啊，我们一起想了解了解陈旭同学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爱学习的一些好的这个方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陈旭他跟很多同学一样的是，每周放一天假，啊，报的科目也比较多，4门课，就是看课的压力确实也比较大，同学们啊。但是呢，他是去怎么选的？因为他呢，当时这个语文是他的薄弱学科，所以他是一定要优先看语文的直播的，大家可以理解吧？是吧？因为语文现在给他拖后腿嘛。他肯定是要在这个方面要多花点心思，你看，这就是很聪明、很智慧的一个选择，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就是报了这么多科的情况下，他能够做到什么？在语文学科上巩固练习完成，每讲课上的题目也要完成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课后的资料他会带到这个学校去，然后爸爸会帮他打印出来。你像他的一些这个发的试卷啊，我们发的这个双月刊啊，都要及时打印出来啊。而且要坚持下去。他认为，你看，对语文有极高的重视，会花时间在语文学科上，同学们，所以这就是人家能进步30分，这是很合理的，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事情，对吧？人家的重视程度以及人家好的一个习惯的养成，就带来了这样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然后还有同学们，哎，我们来看康乐同学，他是什么呢？怎么考的呢？大家来看啊，我们看人家的这个具体过程是怎么的：上课认真听，课下及时复习积累。他说的很轻松，考120分是很 easy 的，是吧？他认为只要做好2件事就行了，同学。第一个，认真听课；第二，课下及时的复习积累。说实话，我非常认可。就是你要问 CC 说，老师，我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我在语文学科，我必须完成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听课，这个是肯定的。那不然我的价值在哪儿，是吧？就大家是听课。第二个，同学们就是课下的积累，就是必要的复习和积累。我们指的这个必要的积累是，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些资料，你哪怕你是看2遍的，我都不要求你全部记住，同学们。但是这个过程对于大家的语文学科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个我们跟康东同学说的这个点其实是一致的啊。还有，来，我们来看这个，报了5科，然后呢，现在呢是语文进步到110分左右啊。那我们呢调了这个同学他的这个后台的看课的记录，同学们一点不夸张，5科每一讲的主体课回放都能够看完。他在这个看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他有的时候啊，
他会分开看，对吧？他确实是，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这种都会有，甚至一节课他可能要分开两三次去看。但是不管分几次，最后一定能看完啊，就课程完整的内容一定能够看完。所以同学们就是报了好几课看不完的，在咱们班是很普遍的，大家是这个很少有说只报了 CCE 课，当然也有啊，就比较少。那么这种同学们你怎么办？你肯定是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片段的去看的。语文学科完全可以实现说，我在这部分题型我听20分钟，然后我休息一小会儿，对吧？然后我利用下一个时间我再来听，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但简而言之就是我要把课全部去看完，所以进步20分，对吧？然后还有同学们，香菱啊，香菱同学呢是从这个之前大概就是100分左右，现在能够稳定在113分，就是稳定在这个分数，这就很厉害啊。不是某一次，然后香菱呢，她也是住校放月假，咱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是这个情况啊。现在确实是非常理解大家现在时间特别少，压力特别大。但是她是怎么看？同学们，首先呢，她不是月假吗？她每次一放假呢，就一次性的把这个月的3节课全部补了。就同学们一鼓作气非常重要，你千万别拖，咱都是人，这个别做违背人性的事情。一鼓作气把这3节课全部都看了啊，所以他就是利用自己放假的这一天啊，然后把这一个月的课程，然后进行一个集中的回放的这个来看一下啊。然后还有呢，你像那个昨天斐然班上有一个学生，我今天没有放啊，他是怎么看的同学们？他是放周假，我也推荐给大家啊，他是放周假，他不是每周可能放一天或者放半天嘛，他是每周就用30分钟看语文，然后呢？30分钟大家抽得出来了，这时间很少吧，看回放嘛，倍速嘛。然后呢30分钟看语文，挑自己最主要那个片段来看，这是他必须要做到的，每周都要看。然后呢30分钟看完语文之后，他会去跟班班干嘛呢？同学们首先打卡说，哎，就今日的这个回放也看完。然后同学们他会有一个小结，这个小结是什么呢？就是他会跟班班说一下这节课的重点是什么。就为了我说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啊，就是你在跟别人去说这节课的主要内容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你是一个自己的检查，是吧？另外一个同学们，大家在班里面给别人讲题都是，你只有把这个东西能讲出来才说明你真的会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就是 CC 给你们讲这个东西，所以我对这个东西的印象，我对这个东西的记忆都非常深啊。他每次打完卡之后会跟班班大概，他也不会花特别多的字，他会大概说一下这节课的重点方法、重要的内容，然后以及他记忆特别深，对他而言就是这个之前不知道的一些知识点，同学们啊。所以你看这个也分享给大家同学们啊。然后还有我们来看这个奇文呢，他也是住校放假特别少，从70-80分进步到113.5分，也是进步将近40分啊。同学怎么做的？就是什么看回放、打印资料，你看语文单科排到了年级26，这对于他而言是一个非常，你看进步非常大，他也非常开心。当然我们说了，这里面他是自己做好了这些工作的，看回放、打印我们的资料，还有寒假才跟着我们的，从这个一开始400多名进步到现在，语文作文就得了50多分啊，进步400多名也是有点东西的。就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同学们，你今天如果听了 CC 这些分享，你有一点点被激励到，你说老师我就从今天开始做，我算不算晚？不算晚，宝贝啊，就是任何时候你只要愿意开始，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都是好的，都是有价值的啊。然后还有啊，就是我们班其他一些同学说，老师我在文言文这儿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CC 这儿这讲的很好，我都全对了，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讲了，大家把方法用进去，一定是有进步，120分。考了76啊，还有进步的空间，但在文言文这儿完成情况很不错啊，班级第6也是不错的排名啊，还有班级第1、年级第5的，对吧？然后还有我们全班考第2的，很多题型都是我们课上讲到过的一些主观题题型，作文也用到老师课讲的一些例子，同学们。那么这些都只是我们从咱们班挑出来的，其中的一部分吧啊。大家还有一些进步的好的成绩，你也可以去找班班，然后自己有一些独特的学习方法呢，也可以去分享给班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也许有一些同学们的情况跟方法也会适用到我们其他的同学的这个身上，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同学们。希望大家第一个能够坚定信心，就是这一定是一条正确的学习的路径，就跟着我们去好好去，一定是条正确学习路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同学们，就是别人真的都非常的努力，大家还是要有这样的一种紧迫感的。什么放假少，什么老师我要看的课程多，这些很多时候都是借口。那些不以此为借口的同学们，都在埋头去看课，都在努力，都在进步了，同学们啊。
好，这就是今天呢，我们这课间多花了一点时间啊，因为我们也比较久没有做讲题了，跟大家恢复第一个就是，下周我们开始预约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班同学最近得到的一些非常好的啊，现在看到非常开心的一些成绩进步的一些分享啊。然后我里面都专门标注了一些他们的一些学习的方法，或者说学习的一些习惯，同学们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来学习一下啊。然后这个自己哪些点也可以运用起来啊。好，来，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了。希望同学们也能以此获得一些动力吧，宝贝。咱们一起上课嘛，咱们不就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就是一个氛围嘛，是吧？来，我们继续上课了啊，家人们。来，各位，上节课讲到小数的一些题，是吧？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小数的压轴题啊，这些题大家见一见，咱们开开眼。然后呢，同时也是呢，不仅仅是开眼，这也是咱们高二要讲到的一些题目啊，还是比较难的。语文这个学科还是有很多难题等待着大家去攻克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文言文，同学们来，文言文呢，我们回到课程上来了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下课去骚扰你们的班班啊，我们先上课了啊。文言文呢，我们在这段时间讲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题型是什么呢？是文言文的断句。这个断句呢，我们在课上讲的是文言文断句的那个选择题，大家还记得吧？啊，这个选择题我们说大家在做的时候是怎么做啊？找分歧，是吧？看语境，定语法。找标志，细检查啊！关键呢，就是要在于大家要明确这个选择题它的这个每个选项的这个分歧和差异，这是选择题独有的一个方法啊。然后看上下文的语境，关键是要根据语法和标志来进行一个判断。什么叫语法判断呢？我们之前讲到的核心的两个语法原则，第一个找动词，句子当中找到了核心的动词，就往往就可以确定它的谓语了，对吧？确定了谓语之后，这个句子的主干你就能够确定了啊。如果动词你一时半会儿没找着，这里面涉及到了你没有背过的实词，大家还可以去关注里面的名词和代词。名词和代词，专业的名词和代词往往会确定一个句子当中的主语和宾语啊。找到主语宾语，也能确定一个句子的主干啊。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的在语法判断这儿的一些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题，看看大家这个方法掌握的怎么样啊？我们来看这个冯道传，来，下列对加减句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大家直接来做啊！这个题呢，说简单非常简单，说难呢又有点难啊。一分钟时间，大家自己做啊。一分钟了啊！老安是什么玩意儿？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了，来，同学们啊，首先我说一下，这个题其实挺难的，因为大家能感到这个句子非常不好理解。大家有可能老师啥意思？这老安我根本不理解，我好像这种感觉选太正常了，就是很难啊。但是同学们，就为什么？咱们还有很多人选对了，就大家这个感觉是从何而来？咱们先说啊，选 C，大家直接来看这个 C 选项，为什么你会有感觉呢？大家看啊，孝于家，忠于国，对称句式，十开一卷，十饮一杯，对称，十位别生，备色，就这也属于你不知道啥意思，但是呢，你感觉它好像就是好像是一致的。对吧？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声音？怎么样颜色？对称。所以同学们，如果这道题你能意识到这儿是有一个对称的这个句式的话，
就是嘎嘎对称，三组对称啊，它必须是一样的断法。这个题又很简单，就是我说的，它是为什么说很难又很简单？它好像很好做，C 选项你就一眼能看出来。但是同学，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啊，哎，这句什么意思是吧？所以我们来看啊，首先呢，咱们先说这个二 B 跟四 D，就 A 选项，咱们等会儿说啊。这二 B 跟四 D 同学们在语法上是一定可以排掉的，为什么呀？中于国跟中于国实它的区别是什么？同学们？加了这个十之后，它在语法成分上，它是一个什么成分？CC 上课十，CC 吃饭十，是吧？你看，中于国实，它就变成了一个状语吧，家人们，对不对？就是正常情况下，你看孝于家，忠于国，这是一个表意完整的一个句子，哎，就是说对家庭要孝顺，对国家要这个忠诚，是吧？哎，非常好，宝妹儿，它加了实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状语，是吧？所以你看啊，按照二 B 跟四 D 变成什么呢？忠于国实状语，开一卷十状语，好家伙，两个状语。然后那你两个状语咱就不说了，你的主干是什么呢？那你的主干只能是后面这个引一杯。饮一杯，也就是说，咱们忠于国家的时候，开一卷，开一卷就是开，这个读书嘛，读书的时候怎么样呢？喝一杯酒，你这个句子，它很显然不是作为这两个不是作为这个修饰限定饮一杯的这个成分来存在的啊，所以 B 跟四 D 是首先大家可以排掉的啊，就是它这个语法上它就是有问题的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 A 选项，A 选项的关键呢就是在于这个老安被色是吧？被色是什么意思？首先呢，就被色特难，但大家看这个"十位别生"，"十位别生"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个"十"肯定是一个动词吧，这个"别"也是一个动词吧。然后，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声音，怎么样颜色，这个"被"大概的也是一个动词，就是你根据这个推断啊。然后他那就是说，我们品尝这个味道，品尝食物的味道啊，辨别声音，对不对？哎，然后欣赏颜色。对吧？哎，然后怎么样呢？老安于当代，就是这种年老安乐在当下的这种状态，老而自乐的一种状态，还有什么比现在更快乐的呢？就这个"十位别生被色"，同学们，我查了一下，专门啊，它是在咱们这个《易经》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专门的一个说法，因为就是说人的这个出生啊，都是。秉持着五行而生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嘛。然后金木水火土呢，它在这个易经文化当中，它是有颜色的，同学们，它是有颜色的啊。所以呢，每个人就是因为你是有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这个命运上的这种说法，所以每个人也是承受颜色。所以这个被色它本身就是在养生啊，或者说易经这种学说当中，人家专门的这么一个说法，确实有这么个词儿啊。但是在这篇文章当中，同学们，他这个人叫冯道嘛。冯道他自号这个长乐老，然后当时呢，天下在这个打仗，哎呀，天下大乱，大家的这个生活呢都是这个岌岌可危的。但是这个冯道呢，在当时呢自号长乐老，然后著书，对吧？而且他的言论就是说，哎，我在家孝顺父母，在国家上忠于君主，哎，有的时候呢看一会儿书，有的时候喝一杯酒，品尝食物。哎，鉴别音乐，哎，然后享受欣赏颜色，在当下的时代做到就是平安啊，然后这个年老，然后老而自乐，哎，有什么快乐能像我现在这样？就是我现在这个快乐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乐。这个人后来也是活了非常大岁，你看已位于孔子同寿，哎，这个当时的人认为他能够活很大的这个岁数，就是讲他的一种人生的一个理念吧，可以算是啊。所以在这儿，他这个被色。它也是要跟前面的"十位别生"来断，这个题在这儿确实是有一点难啊，因为它这个文章的意思太难理解了。但同学，我们也说，就大家如果综合四个选项来看，这个 C 选项为什么大家会有感觉，就是因为它整体上非常的对称，而对称的句式在文言文里恰恰又非常常见啊，所以这道题应该选 C，同学们啊，这个就是不背啊，它因为它在这儿这个背，它只承受，我也查，我以为它是 P 色，它不读 P 啊，它在这儿就是读背。因为它应该是取的是它那个承受的意思啊。大家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下一个题。这题是今天给大家补的一个题，来，宝们，是那个教育部的那个四省联考题啊。这个四省联考题呢，同学们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它呢这个因为是官方命题啊，所以大家对这道卷子非常重视的啊。然后呢，这个里面有一个题就是断句，断句呢发生了一个变化，就大家看它的问题变成了划拨浪线的句子有三处需要加。
这个句逗，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下面的位置呢标好涂黑。然后这个形式一出来呢，就大家都说今年的高考也要变成主观题，咱们拭目以待一下，咱们看看今年高考会不会变啊？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吧，就不一定四省联考把形式变了，高考也要变，因为其实这个主观的断句，大家初中也做过，有些地方初中不是也考主观的断句嘛？但是其实是一样做的，同学们啊，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吧，看看大家判断的怎么样啊？就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文章大概的一个内容，它是讲有一个人叫陈成衡，这个陈成衡在辅佐这个齐简公，当时他想要作乱，但是他忌惮于这两个人，然后他就想要调兵去伐鲁，鲁国就很担忧，鲁国谁在呀？孔子在，同学们，孔子在鲁国啊，孔子就把自己的弟子们就叫过来，就想说，那现在国家要挨打了，你们有什么法子吗？你们要为国家做点什么呢？然后就是这句话啊，大家来看一下这句话，来怎么断，同学们，大家感觉嘛，诸侯有相伐者，上使之今鲁父母之邦也。F I K 还有没有别的？这题你错了是吧？你当时选的啥呀，宝？F I 是能确定的是吧？F I 勾 F I J OK 还有没有 基本上就是这个吧。来，首先同学们第一个 F 这儿大家都没有争议吧？我看大家F I K 都是 F I K 啊。来，者这儿要断，为什么呀？就是者，我们之前讲过，它有点像是一个，它是一个定语后置的一个标志，什么什么者，大家记得吗？就是诸侯，什么样的诸侯？诸侯来回打架，每天打来打去的这些诸侯，所以叫诸侯有相伐者，非常好，同学们断啊。断完之后，诸侯天天打架的这些诸侯怎么样呢？上齿之，这个齿它应该是动词，而且是动词的一个特殊的活用，同学们，什么特殊的活用？上齿之。就是说，我们尚且耻，羞耻，羞耻他，不是的，是代词吧？应该是以什么什么为耻，是一个异动，非常好，异动用法，宝贝，哎，异动用法啊。所以同学们，你看啊，这儿异动，认为什么格式异动是吧？尚耻之，相当于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以之为耻，到这儿为止啊，就断的，哎，大家都是能够认可的啊。所以就是你看，诸侯之间。有那种互相打架的，咱们都尚且以之为耻，那是诸侯。现在是什么国家？所以他说"今鲁父母之邦也"，什么句式？同学们，什么句式？判断句。什么叫判断句来着？表示判断的语式，什么是什么？所以什么是什么？这个句子我在说什么是什么呢？同学，非常好，判断句啊。我这个句子要说什么是什么呢？我这个句子要说的是现在鲁国。逗号是我们的国家，判断啊，让这个主语放在前面。同学们，如果这个句子只让大家断两处的话，这个鲁后面可以不断；如果现在是让大家断三处的话，它就应该是在这个主语后面去断。同学们，在鲁后面去断啊，然后后面那个句子就是符合那个判断句的后面的一个结构的特点。因为我们之前讲那个判断句的形式的时候，大家记得那个就是什么什么逗号什么什么什么也，就是主语放在前面是判断句它的一个断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有同学老师，那我为啥不能在今后面断？说实话，同学们，在语法上，它确实是可以的，就是时间嘛，就现在断一下今鲁之邦。但是我们说按照判断句它一般的形式表达形式来说，它也是主语后面是断啊，所以这道题它应该是 FIK，大家的感觉还是很准确的啊。所以同学们，这个题我首先要跟大家强调第一个点，就是虽然它是一个主观题，但是我们讲的一些语法知识在这儿，它是一样去用的啊，就没有差别，就是断句主观也好，客观也好，这都是一样的啊。第二个点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不知道同学们怎么认为啊，我认为主观的断句跟客观的断句，它在难度上差不太多。就是客观的断句题，它简单是简单在选项可以参考，就大家可以去比较选项，这是它简单的地方。但是呢，主观题它简单在哪儿呢？三分儿，三个点，你就是最后一个这个 K 这儿没有断对，你前面两个断对了，你是不是二分还能拿呀？你也能拿个二分。但是选择题你错了，你三分可是零蛋呀。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两方面来考虑，就在这一部分来说，其实这个主观题跟客观题，他们整体上的这个
判断的难度是差不多的。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不告诉你出？首先呢，宝贝是这样，这个题就咱们后面再观察一下它的一个变化啊。就是从目前我看到的，从四省联考之后的模拟题都是给了几处的。然后像以前江苏还有考过主观题的北京，以前啊，江苏和北京卷他们以前就出主观题的断句，确实是有过不给几处的这种情况。但是那个我们就要研究一下它的赋分了。我们看一下高考今年在断句题上怎么去变，同学，咱们拭目以待啊，咱们就持续关注这个点啊。但是目前来说，它还是给出来了这个几处的一个要求的，同学们啊。所以一般我觉得这题整体难度差不太多的啊。然后断句呢，就是今天给大家补的一个题啊。后面咱们高二还要学，高二咱们要学一些标志的断法。你像这个者呀，什么也呀，这都属于其实标志的一部分啊。就高二咱们还要继续去讲，同学们。这个大家后面要持续关注啊，然后呢，四省联考这个题呢，大家再来看一眼，咱们回来再来看一眼啊，看一下它这个文章，这个文章呢，它也有些变化。首先呢，它考的是一个非连续性文本啊，当然这个非连续性文本呢，不是说在四省联考才出现，2022年高考题就已经出现了在文言文这儿的非连的形式了啊。但是说实话，其实这个不重要，同学们，这都是形式上的东西，这不重要啊。就是材料一呢是《论语》。啊，《论语》呢，大家很熟悉了，对吧？孔子弟子及其再权弟子的言行的一个语录体的文集。那么材料二出的是叫做《越绝书》，就这个东西就听到比较陌生。有人问老师，《越绝书》是一个什么东西？咱们二十四史我没见你讲过这个《越绝书》啊。首先，同学们，《越绝书》呢，它是记载吴越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志，就是吴越这个地方地方性的一个历史。然后呢，这篇文章虽然《吴越志》你没有讲过，《吴越书》你没有讲过，但是呢，大家来看。他的这个文章写的是我这个《越绝内传》陈成衡，他讲的还是一个传。什么叫做传？传你总学过人物传记嘛，虽然还是围绕陈成衡这个人来展开的，同学们啊。但是呢，当然大家也要看到的一个点，同学们，就是高考现在在文言文的选篇这儿确实是有一些新的变化。在2021年以前，宝贝们，2021年以前，连续十几年高考的文言文考的都是二十四史。就是从21年以前吧，考的一直都是二十四史人物传记，但是呢，从2021年之后，高考现在就是越来越难，语文方面就是越来越难，同学们真的啊，尤其是这几年特别的明显。从21年之后呢，二十四史不仅仅是他唯一的一个考察的，就只考了一个二十四史，还出现了，贞观君臣论治，然后呢，这个通鉴记事本末，然后这种说苑贵德东汉官记，就是它出现了一些。什么呢？论说类的文言文跟叙事类的文言文，论说就是讲道理，贞观君臣论治；叙事类，契丹盟好，叫叙事类文言文啊。所以，我们到高二要给大家讲讲这几种不同的文体啊。然后，这种文体大家会觉得好像读上去没有人物传记好读啊。所以，我们高二还要再给大家讲，因为我们还是接触的太少了，同学们。但是，高考这2年，这个东西确实还挺常见的啊。我们高二上学期要讲论说类跟叙事类。但是呢，同学们，人物传记呢，咱们也不能扔下，毕竟这个东西考了十几年，所以咱们高二也还要再学人物传记。但是咱们的人物传记呢，就不从二十四史上来讲，咱们从另外一个维度，咱们从人物的分类上去学，同学们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吧。咱们在高考的文言文的选篇这儿也是有些变化，哎呀，越来越复杂了啊。然后这个不同的文体题材，大家也要学习，除了人物传记，还有别的东西啊。这也是我们在文言文这儿的一些新的变化，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现在马上要高二了，你必须要紧跟着高考的一个动向来做题、来学习，同学们啊！好，这是文言文这儿，我们就不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诗歌。诗歌这儿呢，同学们，我们在这个最近呢讲的这个题呢是练字练句啊。练字练句题呢，它是赏析题当中的一种啊。当然，赏析题还有一个比较难的，就是整首诗的语言风格。比如说，整首诗的语言是比较朴实质朴的，整首诗的语言是比较这个含蓄隽永的，这叫语言风格。这个东西我们高二要讲啊，要相对难一点点。但是呢，我们高一呢讲了这个练字练句是语言风格题的一个基础啊。那么我们讲的方法是什么来着？练字怎么做来着？字句首校情。是吧？我不带着大家一一去过了啊，你这个及时复习，同学们啊。然后练句四个角度：字首句结里面的用词、里面的手法、句子本身，还有它在结构上的一些特点，就是我们春季第一讲讲的啊。练字练句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题，复习一下。王珪《金陵怀古》，来，各位家人们看题：颈联断字练句，历来为人称道，请任选其中的两处结合诗句做简要分析。这是颈联，这题啊。
大家选其中的两处就可以，同学们，就是说你从字、手法、句子、结构任选两个点分析就可以，重点肯定是字跟手。就大家看一下这一句，哪个字、哪些字，或者说有什么手法，我们可以作为这儿赏析的一个点。潇潇暮吹惊鸿雁，惨惨寒云压旧楼。哎，非常好，第一个是什么？叠词，对吧？除了叠词还有什么？哎，非常好，你这惊跟压，你这动词不好吗？多好呀，同学们！但是宝们，你的字儿都大家都抓得很准。我问一下大家，这个惊鸿雁有没有手法？那惊鸿雁，惊是什么？胆战心惊，是吧？那惊有没有手法？拟 人吧，啊，对偶也是手法，但是对偶我们说它的优先级靠后吧，宝啊，这首诗确实是对偶，但是这一联确实是对偶，但是对偶的优先级要靠后吧。对吧？拟人非常好啊，所以同学们啊，这道题你就从这几个点上去答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啊，答案给的就是这几个角度。第一个，分析叠词，萧萧惨惨，那叠词怎么用的？生动形象的写的什么画面？写出来的晚风凄景，寒云惨淡的画面。这首诗，同学们，这个王珪他在金陵怀古，站在历史古都上怀旧，怀念历史。感慨万分，对吧？眼下的景物是什么？萧萧惨惨，营造一种非常萧索孤寂的一个氛围。然后或者呢，你也可以分析这个惊的拟人的这个手法，对吧？实际上这里面的这个鸿雁的这种惊心啊，是作者心情的一种体现。这首诗的作者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故国凄凉谁与闻？作者心情是比较悲伤忧伤的。为什么忧伤呢？大家来看注释。北宋打仗两次失败，咱们北宋也是给大家讲那些基本内容啊，咱们就是说主要就是打仗就是失败，一失败呢就是心情很难好，对吧？所以这个王珪站在这个金陵这个地方，回忆曾经在这儿的历史古都啊，都如此的繁荣繁盛，而北宋的未来却是风雨飘摇，对吧？打两次仗全输了，所以他这很显然是有这个担忧啊，很沉重的一个心情的。所以你去分析这个惊拟人手法也可以。或者分析这个压，压是什么？一个动词，对吧？就动词生动形象写出来那个寒云压着那个楼，写的那个云的沉重，也在表现作者心情的沉重啊。最后你再考虑对偶，好吧？对偶的优先级要低一点，同学们啊，对偶的优先级要低一点。重点先看这里面的这个叠词拟人手法跟这里面的这个动词啊。那么这首诗呢，同学们，它是属于一个金陵怀古诗，它是属于一个怀古诗，对吧？在金陵这个地方怀古。就我们在高一呢，给大家讲文化史，是会围绕它的写作背景，围绕着北宋这个时代去给大家去讲，还是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诗人的情感的。北宋战败，对吧？但是呢，同学们，另外一个维度，我们高二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金陵怀古，这是一首咏史怀古诗。咏史怀古诗是属于古诗词的七大经典题材之一啊。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通常咏史怀古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啊？这是我们学习诗歌的另外的一个方法。对于很多现在成绩在瓶颈期的一些，你说老师，我好像卡在这个分数了，那你一定要通过我们题材的学习，介入到就是插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路径，来帮助大家打开语文学习的一个新的视角啊。这是一个经，这是也是一个咏史怀古诗。来下一个题，我们看一个 CC 给大家补的一个题，四省联考，家人们，这个题呢，它不是一个练字练句题，跟咱们刚刚那个题没有关系，但是给大家补这个题呢，就是觉得这个题出的挺好的。大家来看啊，这个题的问题问的是从本诗可以看出诗人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我先问一下大家，人生态度跟思想感情一样吗，宝贝？咱们诗歌是不是老去分析思想感情呀，同学们？人生态度跟思想感情一样嘛？啥叫人生态度？我说大家秉持着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是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保秉持着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保秉持着这个躺平啊，不争不抢的人生态度啊，秉持着什么样的人生态度？秉持着这种争强好胜的人生态度。不太一样吧，同学们？哎，非常好。大家首先要明白啊，就这个提问的，就人生态度，它跟思想感情，它不是特别一样，或者说不能完全等同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叫苏辙。苏辙是谁？家人们，苏辙是谁？苏辙在别人的园子游陈士园、游朋友的园子的时候
然后我们讲苏轼的时候，跟大家强调过，就苏轼他的人生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乌台诗案，对吧？给他这个人生一个大转折，他就被贬到那个黄州去了。然后呢，当时苏轼不是因为那个乌台诗案差点连命都没了嘛，所以他弟弟呢跟他感情也非常好，他弟弟当时想要救他啊，跟皇上说我呢愿意这个辞职，我就救我哥。但是皇上人家也没有批准，没有给他这个面子，而且还牵连了苏辙，把苏辙也贬到了云州这个地方。同学们啊，他要捞自己的哥哥，结果没捞上来啊，然后他也被贬了。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确，就是他的一个背景也是他哥被贬，他呢也被贬被牵连。然后大家再来看这首诗，同学们考虑人生态度，什么叫人生态度？大家来看这道题啊，去别人的园子里面，哎呀，看见这个园子，这草长得特好，是吧？哎，人家这个新园子。然后呢，就说最近啊，这个风雨比较大，这个花呢有一些被折损了，是吧？然后说这个云当，云当就是竹子，说这个云当啊长得也特别好，好像是在迎接那个夏天。这个芍药长得也特别好，好像是在送别这个春天。然后呢，我呢在朋友家玩了一会儿之后呢，我就出城跟我的伙伴相伴出城，哎，携壶，就是拿着我的酒壶，咱们就是喝酒啊。然后更无寻，无寻是什么？寻是什么？有一个成语叫酒过三巡，所以寻在这儿，它就是指这个喝酒的这个轮次的。所以呢，就是无寻，就我喝的这个酒喝了一轮又一轮，反正就喝了很多啊，不知道喝了多少次。然后归轩游喜，回到家里开开心心，谁能知道我的开心呢？对吧？我回家还是非常开心的。道上从横满醉人，很多人都喝醉了，躺在这个街道上。就今天大家太尽兴了，所以这首诗，同学们，来来来来来，各位往这儿看，这首诗是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哥哥被冤，差点命都没了，我去求情，皇上也没允许，把我也给贬了。去我的好朋友家，好朋友家修了一个园子，结果我呢却开开心心，我一点被贬的这种困顿之感都没有。然后呢，我呢，对吧？喝酒，跟我的朋友作伴，回到家里面依然觉得喜不自禁，这是什么？非常好，宝贝。这道题大家乐观豁达这个点一出来，这道题你的分数基本上没跑了。所以同学们，苏辙跟他哥在人生态度上多少是一脉相承的。还有什么？就是这种淡然，能够享受当下的生活。我不会因为说我现在被贬了，我就不喝酒了，我就不跟朋友玩了，还是能够享受当下生活，能够比较淡然的接受这个眼前的一些困顿，对吧？乐观豁达，淡然享受当下的生活，同学们。所以这道题它的人生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它不是表达情感的。什么叫表达情感？表达情感，你如果是这种事，你就应该答的是表达了作者跟友人游玩之后，从友人家出来之后的这种游玩过后的喜悦之情，对吧？但是有时候不是问情感，他问的叫，大家一定要注意，叫人生态度。就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同学们，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宋代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北宋之后出现了一种表达哲理的一些诗歌。因为宋代的诗歌呢，它就是很多诗都是更注重这个理趣的，所以我们这两年在考试当中，同学们很多题都不再考思想感情了，他开始考一些什么人生态度啊、人生哲理啊、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啊的这种哲理分析题。同时呢，这一类诗，我虽然说老师我们考试好像就喜欢考这种特别偏的，这种诗它就叫做生活杂感诗。什么叫生活杂感诗？我是属于我就是生活中的一点屁事儿，我去朋友家喝了顿酒，我回来就要写首诗，这个叫做生活杂感诗。这种诗在这两年考的也特别多，但它也相对要难一点，因为它感觉规律性没有那么强啊。这种生活杂感诗也是我们高二专门要拿出一个题材来讲的。同时还有就是像类似这种人生态度啊、哲理分析题，我们高二也要去单独去讲一下，因为这个也是在宋代的诗歌出现了之后，我们在高考当中、考试当中，不仅仅在诗歌这儿会考大家思想感情的，也会考大家人生道理，同学们啊，这是我们在诗歌这儿给大家补的一个题。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作文，同学们，最后了啊，我们就两道作文题，我们讲完就下课，同学们啊。我们作文呢刚刚上完啊，所以大家这个应该印象比较深。我们在高一上周、上上周讲了开头、结尾三个核心语段，对吧？这是我们之前刚讲过的，开头单刀直入、自问自答、引用名言；结尾点扣呼应、呼吁号召，对吧？那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又讲了核心语段、观点、阐释、例子、例题、总结。然后我们讲了阐释句的三种写法，讲了回扣句的两种写法，这个不说了，同学们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今天 CC 给大家找的这两个题。第一个题来，同学们，我们就审题啊，大家来审一下这题，这题应该写什么？蹄疾不稳是指马跑得很快，同时很平稳，可引申为速度快并且很稳。蹄疾不稳方能行远。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有的蹄疾却不稳，为了尽早见成效，急于求成，结果事与愿违。有的步虽稳，但跑得慢，亦步亦趋，拖沓之后，最终错失良机。这个题写什么？啊，各位，最后两道作文题啊，大家看这个题。首先，这个题乍一看，它好像是说了好几个关系。昨天我讲的时候呢，有同学说老师这个题有点像那个本首妙首那个题，它其实不像那个题，同学们，为什么？本首妙首那个题，它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建立关系的。但是这个题它的中心论点已经有了，这道题有非常明显的倾向，它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蹄疾，什么叫蹄疾？速度快。第二关键词叫什么呢？叫做不稳。什么叫不稳？就是稳嘛，就是或者说就是结果要好，效果要好，对吧？还要踏实。那么这道题的立场，同学们，是材料里是说你可以写蹄疾，你也可以写不稳嘛？不是这样的。这道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审题啊，它已经给了你倾向，倾向就是我又要快又要稳。家人们，哎，这道题就是我二者都要，我既要快我又要稳。后面这里说的然而都是偏指一方所带来的不好的结果。你可以在文章中去论述，如果你只注重速度快，速度快欲速则不达，对吧？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如果你只注重这个稳，求稳的话，你很可能会错过机会。所以它是既要快又要稳。同学们，这首先说，这审题上是两个都要的，这个题它没有空间了，它已经把观点给你了。那么，段老师，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我怎么去写？给大家看一个范本的思路啊，这开头结尾我不说了啊，这都比较常规，引材料、分析材料、亮明观点、呼吁点评、这个号召，我们就来看它的分论点。中心论点是蹄疾不稳方行远，贪快练稳终愿违。贪快练稳，两个反面。第一个分论点批评，不要贪快，或者不要只贪快。然后第二个分论点，不要只求稳，它的思路其实特别简单的，非常清楚。第三个就是二者都要，那要二者结合，又快又稳方为我们的选择。来，同学们，这个题啊，放在这儿，首先在审题上提示一下大家，它属于一个已经给定了大家关系的关系，就是二者都要啊。还有一些题呢，他没有给定大家二者都要的关系。我们再来看这个题，审题同学们啊，冷与热不仅存在于自然现象中，还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中，以及对事物的处理方式中。有时我们需要以热应对冷，有时却需要以冷来应对热，请结合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关键词就是两个，一个叫冷，一个叫热。这两个东西同学们，咱们就是在物理上来说，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它是一个二元对立关系类的一个作文。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类的一个作文，关键第一个，你要理解一下什么叫冷，什么叫热；第二个，建立二者的联系。我昨天说，老师，冷热交替没有问题，你的观点可以放在我们要冷热交替，我们要什么冷热结合，这是对的。但是我要问大家的是，究竟什么叫冷，什么叫热？什么叫以热来应对冷？什么叫以冷来应对热？家人们，冷可以指什么？冷漠。也可以指什么？冷静。可不可以？也可以指什么？这种困顿的处境，冷板凳。处境。热可以指什么？热情、温暖、
有没有不好的，同学们？我们说现在有一些舆论环境，有一些网络环境过热了，过度的聒噪喧闹，盲目的跟风吹捧，可以吧，同学们？对吧？就营造这种在这个整个的这种氛围当中的这种过热。所以同学们，你首先要明白这个冷跟热，它一定是可以理解成好的一些东西，也可以理解成不好的一些东西。不然你这个题，你这个以热来应对冷，以冷来应对热，你就没法答。所以这个题应该怎么去，你什么叫以热来应对冷呢？同学们，我们面对，比如说大家看啊，我们应该用热情来化解冷漠，这叫以热来应对冷。我们应该与温暖与关怀来化解冷漠，对吧？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是不是？我们也应该什么呢？我们也应该以这样对生活的热情来面对处境上的困顿。当你在坐冷板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心目当中应该有一个，对吧？对他的关怀，对吧？所以，哎，就是当我们处境困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抱有对生活的热爱。比如说苏轼呀，苏轼就是呀，对吧？这是以热来应对冷。反过来，同学们，反过来，什么叫以冷来应对热？面对现在社会很多舆论的喧闹和繁华，需要大家的冷静思考，需要大家的哎这个看透世事的这种冷眼，需要大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独立思考，而不是盲目跟风，对不对？所以这道题啊，同学们，有的老师，那我这个分论点怎么写？宝贝，分论点多好写呀，一段写以热应对冷，一段写以冷应对热，最后一段二者结合。我们青年人，大家来看啊，这思路就这么简单。我们青年人既要做什么呢？对生活、对祖国的未来、对社会时事非常关注、抱有热忱之心的，而这样的一颗赤子之心的这种热情、热的一面。同时，我们青年人还应该具备的是什么？冷静思考、独立思考，哎，然后科学判断，哎，然后这个理性看待问题的能力，冷热结合，一段写冷，一段写热，最后一段冷热结合，这多好啊！这文章，大家看，我们就看一个文段的示范啊，以热服冷，得需心灵之宁静，它就是写的我们生活困顿的时候，如何以热来对待冷。然后苏轼举了苏轼的例子，然后他说，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生活的不如意仍是人生的必然，但不能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只要我们怎么样，就能艰难的从容的走过苦难。同学们，以热来对待冷啊。那么这道题，同学们，最后一个了啊。这道题是一个二元的对立关系，就是冷跟热它本身是一个对立的东西。但是我们到了高中，我们不能说非黑即白，我只选冷，我只选热，这都属于比较低的利益。所以这种二元关系类的作文呢，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一个重点。同学们，就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四省联考当中吉林的这套卷子，考的就是一个二元关系类的作文。这个题不好写啊，它考的是说，当下有人倡导简约，有人倡导繁复，繁复跟简约又是一个二元的对立关系。那么这道题，同学们，很显然你最好的写法绝对不是说我只去写简约或者只写繁复，你非要这么写也可以，但我就告诉你，这个利益绝对不会高过45分。那么怎么样比较好？就是二者结合。那么二者结合，你就要考虑第一个，是不是会相互转化，繁跟简之间是否，或者说二者是不同情况，同学们能理解吧？你像这个题，你就想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追求简约？比如说，同学，我们的一些物质生活简约，它比较好，是吧？追求极简生活。但是我们哪些地方应该追求复杂？我们的心灵应该充实，我们这种人生这种精神方面的这种打造应该要追求复杂，对吧？所以其实也是关键在于简约跟繁复，你如何去定义？繁复一向隆重，简约丰盈精神，物质极简成就精神丰盈。它基本上这个范文的利益都是从这两个维度来写的，或者对吧？就是你就写二者都要有，各有其用，生命兼备。就繁复有繁复的美，简约有简约的美，同学们，这也属于一个二元关系、二元对立类关系类的一个作文啊。而这种作文呢，同学们，我告诉大家，会在未来的三年内成为大家考试的一个主流，因为这种家国情怀的作文，我感觉又有点考到头了。咱们前两年考太多了，这个题没有意思，家人们，我也不喜欢这个题。
它一点都不文学啊。所以接下来思辨类作文又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个题其实像上海卷儿、江苏卷儿、浙江卷儿以前的时候，思辨类作文是人家的常态，一直都出得非常好。那么现在呢，就是高考的全国卷势必会在今年，就是全国卷不断的合并的这种情况下，以及呢，就是这种家国情怀这种文章呢，伪光正的文章考得过多的情况下，思辨类的作文也会进一步的去出现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后面要重点去给大家学习的一类这个作文题目，同学们。然后像这个四省联考啊，还有另外两套卷子，还有不同的题，云南和安徽这个题呢。也简单一点，比那个题要简单一点。它是说，大碰撞的洪荒之力使我们国家极富变化，我们的家园多姿多彩，祖国之美在于名川胜迹、澎湃江河，也在于身边的平凡原野。所以这个题，同学们，关键词是什么？第一个大碰撞，大碰撞带来了地貌的变化丰富。所以这道题你如果去写的话，你可以去写什么？就是不破不立。对吧？我们的人生应该有碰撞，才会有融合。碰撞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这篇文章和最后还应该落在什么呢？落在平凡与伟大，就是身边的平凡也是一种美，平凡也是一种伟大，平凡也是一种美。祖国的美不是说只有这种宏大的、伟大的景观才是美的，实际上平凡的事物也有它的美。就是这道题，它应该写到的两个关键里，或者说你偏执一方，你就去写这个大碰撞也是 OK 的。但是最好的是，你最后还应该落在碰撞出的平凡事物，或者说微小的事物也有它独特的一个魅力啊。所以这道题，这是云南和安徽选的这个立的方向，不破不立，哎，然后碰撞，崇高是美，平凡也是美啊。它其实涉及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平凡与伟大这个主题作文啊。然后最后一个，大家来看黑龙江，黑龙江这个题是也是一个对立关系，写谚语，说有的谚语彼此是有矛盾的，比如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应该忍让，对吧？不蒸馒头争口气，我们应该争气。然后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团结。三个和尚没水喝，不要团结，要独立发展。所以这都属于背后有矛盾。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就这道题，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就是这种矛盾的现象。你怎么看待这种矛盾的现象，对吧？谚语之间的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就是看似矛盾，实则上是不同情况呗。大家能明白吗？对吧？所以这道题它本质上也是一个对立关系的这个考察啊，只不过是附加在了谚语的这个形式上，而这个题出的也很好，我个人很喜欢这道题，它是兼顾了作文的思辨性，又很有语文性，从谚语的这种传统文化来入手的啊，就是黑龙江考的这道题。这道题呢，今天就是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四省联考这道，它都是有一些难度的，同学们就大家也要把握一下未来高考的一些这个动向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些题目，一些高考的模拟题啊，四省联考的一些心得，就给大家看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说一下彩蛋啊，我们今天的彩蛋是两套模拟卷子。然后口令呢，就是高二课程学题材、主题写作等你来，大家不要忘了下周五开始预约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如果记不住这个口令呢，大家就直接截图去找班班领这个彩蛋就可以了，把这个卷子拿到手，大家可以过一过题，或者就看一看现在在出什么题，这个对自己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下周咱们讲南宋，南宋诗词，然后诗歌的情感的阅读方法，李清照、辛弃疾、爱国诗游。诗人陆放翁啊，陆游，然后读懂诗词情感，下周教你判断。下周咱们讲南宋诗词，同学们啊，好，今天内容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希望同学们对于我们前面学到一些方法及时的复习，然后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新的一些题目，大家能够这个有所收获啊。然后下周五还是约大家不要忘记去找班班领一下我们的彩蛋，关于我们挂课程更多详情，还有其他的咨询。好了，同学们，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啊，我们这个。大家下去看看我们的题目啊，看看我们的题目。下周南宋诗词见啊，南宋诗词见。好啦，拜拜，同学们，拜拜。